欢迎啊，各位观众。罗评价起源只有一个人预测凯尔特人总冠军的，就是腾讯的，腾讯就一个人预测凯尔特人总冠军吗？其实凯尔特人他今年争冠概率挺大的，阵容齐整，板凳席又强。之前那会儿引进了强援，内部挖潜呢逐渐成效，包括这个杰伦布朗，他今年呢迅速成长为联赛当中几乎就是第一号的二当家。杰恩·塔图姆呢仍然是在之前上赛季率队打进总决赛，在年轻一代当中已经成为领头羊的这个身份基础上呢更进了一步，今年差一点啊就竞争了最终的 MVP 了。所以这凯尔特人实力多强啊！竞争总冠军的话，按理说呢，也应该是最大热门啊。因为放眼东部，凯尔特人呢基本上没有怕的，包括打什么骑士啊，之前交过手也都是手下败将。再包括呀，打什么这个，篮网啊，篮网去年就被凯尔特人血洗，甚至去年情况之下还有凯文杜兰特呢，不也是白给吗？今年换个布里奇斯，他比杜兰特还强啊，那是不现实的嘛。所以，凯尔特人在东部没有几个怕的。打费城七六人呢，一直以来拥有心理优势。塔图姆专治恩比德嘛，面对恩比德情况之下，外线呢就是惩罚恩比德，他龟缩出不来。你要是出来呢，出来的话进攻端你威力减半，因为你没有，贯穿全场的攻守一体的体能啊。尤其内线球员本身吨位就搁那摆着，如果说频繁的攻守转换呢，大量跑动，那肯定是难以保障自己这种延续性。所以，凯尔特人在东部目前就一个对手，那就是雄鹿。但雄鹿呢，残阵情况之下打不过凯尔特人。再找一个版本，当时那会儿塔图姆尚且年幼，那个阶段雄鹿也不是凯尔特人对手。那东部基本上今年呢，我判断要是没有伤病情况下啊，凯尔特人呢差不多有60%可能性重返总决赛。没有伤病情况下呀，那凯尔特人多强！而且凯尔特人伤病隐患小啊。杰伦布朗年轻，塔图姆向来是个铁人。这个赛季出勤了，应该是70多场吧，尚且塔图姆还不满意呢，就感觉这是自己职业生涯呀出勤率最低的一个赛季。所以凯尔特人多方面有利条件集于一身。再者一点，去年总决赛啊饮恨而归，雪耻之心目前也处在一种燃点。一旦说到了总决赛啊，这股火一点燃呢，届时那必将燎原呢。所以凯尔特人，我判断今年是第一争冠热门。今年第一争冠热门啊，水果挺甜，怎么又来了？我这之前我是这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当时礼拜六是没播，不是礼拜五是没播吧？然后这个礼拜一是没播。我算了一下，你这么整的话，到月末，到时候肯定加班加点，很可能连续播个2周，到时候有点吃不消啊。所以干脆就今天就补一把，趁着今天没啥事儿，我算了，未来差不多一个礼拜呀，天天这个都有比赛。而且晚上有的还有西北比赛，那你这个忙不过来呀。下个礼拜这活啊排的有点紧密，有可能直播时间还得调整呢。干脆今天礼拜六补一天，是不是？磨洋工磨两个点儿，这样一来未来不就轻松了吗？得磨洋工啊。签证过没过呀？签证这回签证是安排在19号上午8点，我看了，正好这个当天太阳打快船那场比赛呀。有可能要解说不了了，我为此一直以来挺犹豫，现在我还在处在犹豫的过程当中，实在不行我干脆不去签证了，因为我去也是白给，去的话，但是我花了钱了，我之前交了1800，我不去我就亏了。只不过呢，要是不解说这个太阳队快船二番战呢，G2那一场呢，也是一个巨大遗憾。目前我还在犹豫，到底是去签证呢，还是去这个解说比赛呢？签证我去了也是完蛋，去了，因为之前已经俩所了，都给退回来。因为他们之间同事也是要脸的，南北两地呀、啊，沈阳属于是坐镇东北最大的，美国签证中心嘛。南方坐镇上海，这属于是隔南北一线相望。你像这种的话，互相之间没事儿，可能说过年过节还聚餐呢。那你给拒了，我给过了，
那这是不是说咱俩怎么的有一个眼光不行呗，有一个玩忽职守啊？通常他们都是彼此之间都是遮着眼的，就互相之间谁犯的错呢，互相之间挡一下。所以考虑到我已经被拒两回了，那第三回的话不太可能去，我估计也是白去，根本不问几句话。我再者我发现啥呢，就这个签证场所啊有点骗钱嫌疑。为啥呢？他这个仅仅单纯签证费就120多美金还是200美金我也忘了，反正单纯签证费和人民币就1200。那你这个去了一次没问两分钟就把你给拒了，你白准备了，1200白交了。你这每天排队的好几百上千人，那你说他这一天下来经济效益规模也不低，所以他这东西把你拒了就是为了挣钱，主要是这帮玩就是为了挣钱的。我这几次花不少钱，我去上海那个找那个中介嘛，据说挺专业，其实专业个溜啊，培训的玩意都一样，我感觉跟沈阳这个培训的没啥区别。他就是问一下你上一次这个签证官怎么问的你啊，他给一定的这什么这个建议也是白建议。他说什么让你准备什么10-20种材料，去了人你一件他都不看，根本不理你签证官，你准备都白准备。往那袋里一放，人家根本瞟都不瞟眼，拿出来人就问你下一个问题，根本就不管。当时还办的加急，沈阳收费1800，上海那个收费3800呀，真是挺能坑人的。因为他那据说加急，你要不加急2800，他这太扯了。后来还要跟我坑一把呢，他当时又给我个报价嘛，说什么这个，要是你要是在上海再签的话，这回要是加急的话，可以排到5月9号左右。这是告我加急，我在沈阳19号，我立马就能签。他告我5月9号，这是加急。加急多少钱呢？考虑到你是第二次了，收你2900。沈阳这个收我1800，他刚才收我2900，太黑了，这帮玩意太黑了。所以他这个签证处啊，有利益链条的这帮人。就是拒你嘛，拒你你才坑你钱嘛，这帮玩儿。快把星带走，这个如何评价方脑袋两场预测全错呀？哪两场啊？之前那会儿，热火对战什么这个公牛啊，再包括森林狼打，就是雷霆嘛，说是这两场比赛，这两场严格意义上讲不叫预测，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比赛啊，对于整个这个今年的系列赛征战呢几乎没有啥意义，所以像这种东西你要说预测呢，这是完全图一乐了，因为对于整个东西部征战大局格局这块没有太大影响嘛。所以考虑到这个很多观众啊根本也不在乎这种比赛，那何必认真呢？这就是一说一乐，是不是增加一个看点，仅此而已了。你像这个森林狼呢，确实还真是有点底了。戈贝尔他这场比赛打得挺好，你低位这块镇守篮下嘛，尤其约兹吉迪投篮他纯属就是一个雷霆队啊浪费机会的这么一个内鬼啊还啥，反正他打的不行，就是各种浪投篮也不进，对方完全放空他。甚至恨不得戈贝尔啊直接跟他对位，就是根本不管你，就是这吉迪啥不是，突破进去呢也完成不了终结，远射呢是一球未进。这约兹吉迪有他这样的呢，雷霆队肯定走不远，未来可以考虑是不是把他交易走。当然他考虑到目前仅仅是第二个赛季还有机会，因为第二个赛季没锻炼出来三分球啊古来有之，你包括之前再找那会儿杰森基德，一开始进入 NBA 也没有三分球，后来不就是陆续尤其到独行侠那个阶段呢，那三分球还挺致命的，包括打这个热火队嘛，几次关键时刻蹲底角的杰森基德当时也是助德克诺维斯基一臂之力，力扛了三巨头了。所以吉迪呢未来啊看看能不能说开发出来，他这三分球命中率不需要高啊，35%我认为就够用，再高的话也不现实，因为他天生不适合射手，那就35%就够用，现在29%肯定不行，还得再开发开发。国王对勇士，国王胜啊，这个不太现实，因为现在勇士队全员齐整，国王队呢毫无季后赛经验，那你说一点季后赛经验没有，临时真说初登场的话能打明白吗？整支球队绝大部分班底啊都是之前国王队继承下来的，
尤其这个福克斯作为球队当中外线的一大主控，进攻端的主要的外线支配强点，他没有经验，没经验的话，那么面对复杂的防守策略啊，季后赛期间陡增的身体对抗，你能应付得了吗？当时那会儿可能说立马就慌乱了，他比爱德华兹呢打掉更乱，这个福克斯啊。因此他肯定是破不了维金斯或者库明加的防，勇士队大概率也是用库明加或者维金斯去防打，因为其他点位没有必要让这两个锋线防守骨干大材小用。再或者说呢，就是迪文琴佐去掐打，迪文琴佐体格臂展，面对福克斯其实也充分有优势，他肯定不行，而且福克斯不擅长投三分球，三分球投的不准，这样一来那勇士队就更不怕了，勇士队完全可以大量击出联防的，就是重点盯你那个底位的萨博尼斯，不能让他肆意取分，外线这块福克斯适当的三分线以外给一点机会，挡拆掩护走下线嘛，所以就能防得挺好。下一场比赛明天这四场球呢有三场没有任何观赏性，第一场比赛是半夜篮网打费城球人，篮网完全白给，因为篮网就一个克拉克斯顿，现在本西蒙斯又是受限于心理问题无法出战，完全白给。内线这块就一个克拉克斯顿的话根本招架不住，就是恩比德季后赛级别的低位冲击的，很早他就得身被犯规麻烦，一旦克拉克斯顿下了更完了，甚至你别说他下了，他就在的时候克拉克斯顿他也就是之前那会儿偶尔有表现，你斜刺里插出来来封盖，正常来讲他也是白给，根本扛不住这个恩比德。所以打费城球人我判断赢个多少啊，赢个十分有可能，第一场比赛，因为毕竟第一场比赛费城主场嘛，坐镇主场的话给对方一个下马威，结合球队实力现场有利的判罚条件把这个篮网拿下。第二场卡尔特人打老鹰呢，我感觉这组系列赛会非常悬殊，如同去年公牛打雄鹿一样非常悬殊，一场比赛动辄就赢对方二三十分都有可能，因为狼队没有办法，这个特雷杨面对对方基本上人人都是防守大闸，你能破谁的防呢？谁也破不了。他打塔图姆啊，杰伦布朗啊，斯马特、怀特，没有一个能打的，那你在找玩呢？所以老鹰是必败，低位卡佩拉吃饼不可能有太好机会，因为霍福德或者说这个罗伟啊极具防守能量，他根本破不了。你别说这样的，就是字母哥尚且无法破防，所以这组系列赛也没意思，前两组没啥意思，懂不？至于说这个纽约尼克斯打骑士呢，这个系列赛应该会相应比较焦灼，就在东部的首轮比赛里他算是焦灼的，因为剩余那组你比如说雄鹿打热火完全一边倒，热火没有任何抗衡能力，届时你看吧，因为今年雄鹿是完整体，谁能怕热火呢？热火就是外强中干，金巴特勒一旦没哨啥不是，所以热火打雄鹿啊很有可能还是遭遇四比零，这个大概率，因为硬实力差距确实太悬殊了，阿德巴约根本打不了雄鹿队内线，外线这帮人估计季后赛期间雄鹿就目前的这个能力也不是这个热火能打得了的。就骑士和纽约尼克斯这组算比较精彩，但是呢没有球星，这米切尔啊能力也不低，但是毕竟受重有限，米切尔个矮只有186，而且打法这块稳定性也不是特别强吧，再者一点三分射术这块也不像说斯蒂芬库里那么具有视觉冲击力，所以米切尔球迷支持度呢相对一般，至于说尼克斯更是球星暗淡，没有任何球员呢在国内拥有这个足够扎实的球迷群体，所以没啥意思，这组现在还没啥意思，打的能相对较多，能打个四比二吧，因为尼克斯呢属于是挺磨人那种类型，尼克斯相当于谁呢，相当于是之前西部的灰熊队，有点这种感觉，因为西伯杜主教练嘛，之前他领军公牛那也是个牛皮糖式的球队，就是缠住对方，那他打你呢其实他没什么进攻太多多样的能力，但是防守呢这支球队这个意志品质还是挺到位，所以肯定是能给骑士队啊磨一磨，最终是2-4输掉系列赛。西北假球啊，之前我看了，就是最后那一分多钟啊，整个这个江苏队连续出现边线球发球失误，发到对方手里，而且呢诡异的是这个李楠呢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你要说卢帅的话，卢到这种程度那不就是迂腐了吗，这就属于啥，这是读书读捏了，这就是怎么的，
而且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呢，他不一开始那会儿就是打球嘛，你这羽扇纶巾也有点过了吧，诸葛亮稳坐这个城门楼，你放空城计有点假了，不太可能，当时怎么的放空城计对方不敢攻是咋的，那对方怎么的，比赛没打完剩一分钟，李春江指导突然之间要拒赛呗，剩一分钟不要再攻了，对方的计策就是我们先走，不可能啊，这场比赛放了，没有这个打法。李楠呢，当时他就是目视着场上发生的一切，哎，跟他静静的看着，没有任何表情，他旁边那个据说是江苏的总经理吧，似乎还面露多少一点笑意。你正常来讲，你一支球队，关键时刻眼瞅要晋级了，你打成这个烂样，主教练不发话，你也得告诉主教练呢，是不是要暂停布置一下？没有，那就当时那个情况。再者呢，就是场上运动员，说实话我也感觉啊，有点漫不经心呢。最后阶段呢，就说啥这。你被断了球之后，没有那种垂头丧气，没有互相之间那种指责，而且球员甚至都没意识到叫暂停，这个事儿有点意外呀。通常你要是主教练忘了，助理教练不会忘，球员在场上发现势头不对，他也不会忘，他也有这种警惕性啊。球被断了之后呢，没事儿一样，原地看来看去，甚至就感觉这个事儿挺正常，或者说呢，就感觉可算被对方断了，有点这种感觉呢。所以，你像这多个不寻常的地方集于一身呢，再结合之前一场比赛上海队，说实话，各位都看到上海队他这个打法也不是专门为了赢球啊，当时那会儿据说什么等待雪布之类的种种传言，那这就难免让人多想了，是不是双方之间有什么这个默契的约定啊，或者说这事儿没有落到笔头上，但是彼此之间心照不宣，那就不太清楚了，这事儿目前不敢断言。西贝据说官方啊也是派一下钦差啊进行调查，准备要是仔细看看这里边到底有没有一些违规行为，如果有的话肯定得给公众一个交代，但是我判断呢，真说想要查出来实据呀，不太可能吧？查出来实据应该是不太可能。你说可能有实据吗？互相之间签字画押整个合同，不可能啊！即便是假球，你也查无实据。所以最终我判断还是查不出来什么，四五六。所以说这事儿是不是假球呢？看起来是挺诡异，确实非常诡异。这个多个诡异点集于一组系列赛，尤其最后那个阶段看起来不太对头。因为这么重要的比赛，你赢完了之后你就能这个晋级下一轮了，为什么最后阶段这么平静呢？当时领先那么多，赛后接受媒体采访，主教练也似乎说心如止水，有点可疑，多少有点可疑。所以西贝官方跟我态度一样，也是感觉可疑嘛，所有球迷都看出来可疑这个事儿。喜欢爆炒甜椒宇哥，勇士有没有可能会不会被国王4-2淘汰，库里被防死的？库里被防死，那国王何德何能呢？他内线萨博尼斯防不出来，福克斯呢不以防守见长，基根莫里呢，其实他防守已经那样，据说是往3D方向发展，但其实他很多时候也是对方重点强攻的目标，所以就这个国王队目前能用的这几个人，赫尔特更是，赫尔特也是外强中干，之前在老鹰队他防守这块就比较软，那现在在国王同样如此嘛，主要是进攻，所以这个国王队啊防守本身不以此著称啊，而且防守缺乏足够的体系，限制库里，那你要说这种球队中限制库里啊，那库里也就不是库里了，更何况现在库里旁边有水花兄弟的克莱汤姆森，有板凳席上的乔丹普尔，几大得分强点场均20+发挥的三名球员，他们仨如果说拧成一股绳的话，摁住葫芦瓢就起啊，那你虽然说能限制库里，以库里的篮球智商啊，各种二次传导二次助攻也能盘活全队啊，你要是真是一门心思要夹击库里，这比赛也有可能啊输得更快，因为这勇士的特点不就这样吗？传切体系那无孔不入，更何况现在库里旁边帮手也都巨大呀，不可能。国王队4-2，这是不现实的。上来两个主场呢，我判断啊，国王队应该是0-2，两个主场，这就是没有办法了。季后赛期间，勇士队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即便说客场作战呢，考虑到距离金州奥克兰呢本身车程就不远，100来公里，据说坐车俩点儿，那库里要是开跑车去的话不到1个小时就到了，所以这么快，那这个当然是
比较轻松啊。勇士队属于是平均年龄比较大的一方，像这种球队的话，最怕旅途奔波、舟车劳顿。但是考虑到国王主场实在太近了，这样一来就成为勇士队无形当中的又一种优势了。更况勇士队在两地啊，球迷呢基础都非常扎实，所以勇士应该问题不大。打客场连赢2场差不多。库里肯定是有发挥的，到了季后赛了嘛，那就一场比赛平均怎么不得干个30加呀？这是大概率的，对方也不敢贸然的夹击库里。你不夹击的话，那代价，那库里这份攻势的话，你也拦不住啊。这是两杯毒药，任选其一，最终也是个死。这就是国王队，不行。前两场应该是勇士队能打出来2-0。总体系列赛呢，我判断最大概率啊是4-1拿下，也有一定可能性4-2。那就是后续看勇士队是不是说有一些发挥失常，或者说有一些怎么的，这个赢多了之后掉以轻心，有可能一胜一负啊，不现实，一胜一负不现实。国王队今年这个战绩啊，有一定水分。为什么有水分呢？因为西部你看这个太阳队啊，之前那会儿，德文布克接连受伤，如果不是他接连受伤，那国王队能排这么高吗？掘金队本身在你前面，国王也在你前面。太阳其实之前那会儿也是高居西部前列。如果太阳不往下掉呢，那之前德文布克和这个克里斯保罗呀，他俩不接连受伤呢，不交易凯文杜兰特呢，不经历交易杜兰特之后的那一波这个7场6负呢，那这个太阳队肯定是骑到国王队头上了。除了太阳以外呢，快船队今年那如果说保罗乔治朗纳德赛季之初那会儿他就双剑合璧的话。那有国王啥事儿啊？那没有国王任何事儿，那快船也会骑到这个国王头上。那这样一来，国王第几了？也就西部第五。湖人如果早交易呢？早交易，那你就西部第六了。森林狼如果唐斯没受伤呢？那你就西部第七了。勇士队如果斯蒂芬库里一直能打呢？你就西部第八了。西安如果没受伤呢？你就西部第九了。这是国王队真实实力啊！你仔细一算呢，所以他呢看起来是西部第三。实质上，真正也就是第九的实力，就这个级别，那你说何足惧哉呢？你所以你不要被假象蒙蔽了，你得懂得分析，因为每个赛季啊，打到赛季收官阶段呢，各支球队陆续的，爪牙各个方面也亮出来了，利爪呢，它也是开始显露出这样一种寒光凛冽的光芒了。到了季后赛全员齐整啊，真说严阵以待，那届时呈现出来的季后赛的能量与风采啊，不是常规赛能简单做对比的。尤其像国王这种新军，今年第一次打季后赛，更是容易阴沟里，更是容易发挥不出正常水平。所以国王不行，打勇士1-4，真实实力国王队一般。你看我刚才讲的非常有道理，他国王主要是阵容齐整，他这帮人都没怎么受伤，沙博尼斯啊、福克斯啊，他都一直都健康，那你可不厉害吗？他俩你看出勤率多高，那几乎这赛季没怎么歇，就这俩人，他们这个国王队啊，全员大体齐整，你其他球队主要是受伤，今年那个掘金不就是保持健康吗？这战绩就比较好，国王真实实力没有那么强。大学主修绝这个鲸鱼怎么看？赵继伟、崔永熙、李凯尔、胡金秋、周琦首发，艾伦、曾凡博、张镇麟等替补的国家队实力啊。艾伦、曾凡博、张镇麟替补，为啥呢？你看啊，你选这个李凯尔打首发，这是必然的，因为你看现在人家在森林狼附加赛期间打多勇啊，要哪有哪，防守这块能成为低位屏障，进攻端这块能成为指挥中枢，所以是攻守一体，他打首发没有问题。搭配周琦呢，当之无愧啊，因为周琦是目前中国篮球的第一人呢，低位这么一道，怎么讲呢？新的构建起来的长城烽火台，那也是能够起到瞭望对手，同时呢，威吓边关的这种作用属性。因此，周琦呀，打首发5号位嘛。但你要说这个怎么的，1号位是赵继伟，那你这个，你打这个国际比赛，你了不了解整个打法啊？你要说人人呢都是没有强攻能力，就传来传去，你这比赛就没法打了。你看这么些年 NBA，你没看懂啊？你很多人一整就讲这个上去1号位，你就多传你。
那是不是说你得要一个啥？保罗他如果打国际比赛，他都不是大量都传呐、啊，他人家是能打的。那你真以为这个安山保罗他是真跟保罗一样？国际赛场攻不了，这你没发现？你要说打什么亚洲就一般般的对手，你就打什么斯坦，那当然谁上都行了。你比如赵继伟，那你这刘思妍去都行。那如果说打什么斯坦？那你这个问题你得打强队，打强队你一号位没有强攻能力，你还打啥呀？那还打，那还能打吗？一号没有强攻能力啊，那就球队立马实力就掉档了。所以你必须得一号位得有强攻能力的，得要郭艾伦，你其他的一号位谁有强攻能力啊？这都扯淡了。至于这个崔永熙啊，崔永熙太年轻了，他03年的，你要说现在就打首发，你有那种国际视野吗？你真说单打能力在西北联赛看起来挺好使，你目前你足够成长了吗？他赛季场均就13-14分，你真感觉季后赛打这个，真说你比如说啊，什么这个亚洲范围之内打那种硬仗，你比如打什么日本，打什么这个，你甚至你就打韩国，就这点经验能上一打首发？你讲这玩意儿都已经是可笑了，都已经是。你说什么这个西北联赛，那是有些场次挺厉害，是不是？有些场次挺厉害，那你不得看整个赛季平均吗？赛季平均就13-14分，03年出生的，现在立马打首发呀，这个就有点早了，怎么也得先折服，就你得多学习学习，一点经验没你打啥首发呀？你到时候你不丢球，你不麻爪呀？所以你肯定是不可能的。你说你这个，就是这么年轻，你立马就坐镇首发，这个不太可能。而且你天赋这块有那么十足吗？天赋这块啊，天赋这块三分球不是那么特别准，这我看了，三分球不是那么特别准。产量结合他的效率的话，外线，因为中国队外线这块特别缺少外线足够的投射威胁，李凯尔投篮都没有那么准的，周琦三分球也不准，郭艾伦三分球本身也没有那么准。你要说23号位三分球都不准，你还打啥呀？那是打国际比赛吗？所以你不能那么整。23号位必须得是隔45度角隔那一站有足够三分威胁的。张镇麟绝对得打，张镇麟，因为张镇麟现在年纪没有那么小了，张镇麟多少有点经验了，也是23、24了嘛。你这个年龄段的话，视野阅历就算比较丰富，在西边联赛呢也摸爬滚打。他呢三分远射是比较精湛，他三分球一直以来他新秀时期投就特别准嘛，而且他能跑能跳。防守这块有对抗，这是真正的国际范儿的一个小前锋，他可以打。二号位的话，实在不行就上赵睿，如果说上的话，这就是比较稳妥的这种选择。如果说呢，你感觉就是这个身形相对来说比较吃亏，对方就是属于哪种啊？打非洲类型的球队，可以考虑上曾凡博，因为非洲类型球队的冲抢篮板特别强，你平均身高高一点的话，对抗非洲球队比较有利，因为非洲球队他很多呢投篮不怎么准，非洲球队啊，西亚卡姆他都不准，你算一算，非洲球队，你比如说之前那会儿打什么玩意儿，这19年男篮世界杯打那个非洲球队，当时后卫线如果说你能构建出来一套大阵容的话，你差不多就能对抗，抢篮板保护好嘛，对不对？你起码身高尺寸这块攻守转换你能把握，你别都小个，你攻守转换机会你都浪费了，实在不行可以拿上中传博。就是核心持球点就是郭艾伦加一个李凯尔，他俩内外两个点核心持球点，另外呢主要参与防守提升高度，再加上外围的火力，就这么打。要是打普通球队就上赵睿，就郭艾伦和赵睿他俩仍然是目前首发当中比较合理选项。郭艾伦这一点你轻易是不能拿下的，你一旦拿下的话没有主攻点，你传来传去你就是每个人都能投，你也白给。为什么得上郭艾伦呢？你场上你即便说这五个点你人人都有三分球，谁单打呢？谁创造机会呢？你传球你创造个6机会啊，你看没看到 NBA 你光会传球能创造机会吗？你这说打硬仗，你看这个灰熊队琼斯他能创机会吗？他创造不了机会，那很多都是这个有强攻点通过他们创造的机会。琼斯都咋打的？把球交内线，很多时候经常都这么打。创造机会你必须得有单打能力，没有单打能力你别创造机会，你是根本创造不了。现在郭艾伦还老啊，老啥呀？郭艾伦就是一直以来有点被球迷低估。你像什么这个崔永熙、林伟啊，这是替补打起，打什么首发？尤其打这个世界杯的话，
世界杯奥运会，你说你这别打首发了，这目前年龄太小，打首发估计不行，年龄太小，目前没有经验，你不是一开始你上来这天赋异禀啊，十九二十立刻打首发，哪有那么快呀、啊？得再等一等。规划林书豪啊，规划他有啥用啊？林书豪啊，巅峰时期他也没来呀、啊，你不来的话何必强求呢？他本身就是对于这个。什么这个啥呀，他说白了林书豪你问他呀，他都没有李凯尔。对于这个李凯尔那真是愿意认祖归宗，愿意就是认同这个中华文化的。那林书豪他要规划他早来了，那很早那会儿估计有人脸，你不来人家不来，那你来规划啥呀，他本身的。人本身也不乐意来你规划，而且现在他来没用啊，现在来就林书豪现在这个能力我感觉呢。上这个孙铭徽都比林书豪强啊，那孙铭徽在国家队都得打替补呢，哪有林书豪的位置，来了也是白费，来也没有用。星辰后末，这个宇哥平时组队打篮球是喜欢队友戴飞的躺赢，还是自己扛起球队的战赢啊？队友戴飞躺赢，自己扛起球队战赢啊，这不一定，也分情况。如果真是这个队友啊，他实力特别强的话，你愿意看着，就是说他怎么的呢？飞天遁地那种英姿的话，也可以。就是飞天遁地啊，动辄这个技术动作挺华丽啊。你要是看着呢，各方面看着也是挺得劲儿。但如果说呢，对方队友不是那么特别强的，就看起来啊，但队友那个打法就是没有那么养眼的，那你就得是自己亲力亲为呗。因为队友不行的话，你自己不再不打，那是怎么办呢？就这会儿自己就得是主动上去了，这是打法。这个，当然现在，其实现在我这个，我是现在打法风格有点变了。我目前，当然也分情况，还是那句话，就看队友到底实力强弱。队友一般的话，那没有办法，那你就得，那你也得打呀，你不打能行吗？我看啊，这个光仔的哥哥，这个宇哥，每天需要看资产证明还是什么？你的身家为何被拒了？请想参考一下啊。每天呢，不光是这个什么我被拒了，现在就是走这个商务签约呀，本身就非常难，人家就不乐意给，更何况啥呢？我这个就是工作关系啊。他是定位到那个百事 TV 了，百事 TV 他是国企背景，国企背景就更难出去。所以咱们这一组七个人，不光是我一个人被拒了，还有其他人呢。你以为就我被拒了？其他那些人他平时都出过国的，经常出国，他也被拒了，就不是我自己的事儿。所以主要是商务签他就不太行，人家对这个就比较警惕。再者一点，你这个工作单位有一定国企背景更晚，他就更不愿意给你签，这主要是这么回事儿。至于说其他什么这个财产证明啊，我都提供了，但人家一眼都不看，一眼都不看，根本就不看这玩意儿。什么财产证明，你搁那袋子里装着，你拿出来人都不瞅一眼，根本不看这。他肯定得是这个，什么呢？他肯定得是这个，就是，你得有，确实得提供。你比如说你这个银行存款呢、啊，你名下的车房啊，你给他提供，但这些东西都是基础资料。都是基础资料，没啥用，人也不看。你要是走旅游签证的话，估计容易点。再者一点，我比较被动，因为我是未婚嘛。他不像说其他人呢，很多这个有家庭的，有家庭的你不敢跟那长期待着。但你没有家庭，那人家就会怀疑你是不是要跑。就这方面也是解释不明白，跟他也解释不明白。今年要是出不去呢，目前给出的一个招啊，就是趁着今年七月份左右，当时六月份左右打完西北 NBA 总决赛，我得先去这个东南亚，然后再去日韩镀个金，今后去美国就是走旅游签证，我必须得是这么镀个金，不镀个金的话永远出不去了，我就这白本永远出不去了。这个荔枝小猫，宇哥预测一波欧冠胜负啊！第一回合已经是皇马2-0切尔西，
曼城3-0拜仁呢。啊，第一回合已经皇马赢了切尔西了，曼城呢赢了拜仁了。皇马呀，皇马差不多2-1曼城吧，皇马2-1曼城。曼城啊，曼城没有皇马受支持度高啊，是不是？皇马受支持度高呢，他俱乐部运营情况就良好，要不然说皇马经久不衰呢。所以这次看好皇马。荔枝冰爽茶，小雨，我最喜欢的球星排序的库里、艾弗森、科比，如何评价我的个性和人生啊？库里、艾弗森、科比啊，这三个人排序啊。最喜欢库里的话，说明你也是经历了小球时代嘛，就是沐浴在新时代的篮球春风之下。那么你在这个时代背景当中成长的，难免呢，在时代当中给你留下最大、最强烈印记的，那肯定就是斯蒂芬·库里啊。其实我对艾弗森也挺有兴趣的，因为艾弗森个矮啊，意志力坚强啊，小个也能够打出联赛当中别样的风采啊。他们库里有点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天赋这块看起来呢，不像其他那些 NBA 球员那么人高马大，那么孔武有力。所以殊途同归嘛。所以说科比啊，科比曼巴精神嘛，职业态度是不是？长期坚持，就是你的性格，你性格啊，你性格，性格就是啥呢？挺善于学习。因为一听你年龄可能说也不大，是不是挺善于学习，挖掘以往啊很多这个 NBA 之前那些老巨星，挖掘出来了，你感觉他们身上也有你的可学习之处，挺善于学习，挺懂得挖掘的。字母不是 D， 这个7场5点3个错判，巴萨干爹入狱都是事实，阿韦罗只有13金球有争议，梅西难进历史前100啊。7场5点3个错判呢，哪有那么多错判呢？那点球这玩意儿就是现场嘛，现场判罚，根据当时的情境，根据对方防守端是否给出的足够的对抗级别，进而呢临时做出决断。那很多判罚的话，这个因为小禁区呢就这样，你必须得控制住自己的身体，你要是稍有不慎的话，难免的。那对方如果说就是借力打力，当时倒地的话，很难分得清是你主动发力还是对方脚下一软呢。你只要碰到了，那没有办法呀。那有时候踢比赛不就这样吗？最终就判罚了吧。因此你挑这个细节之类乱七八糟，这都是毫无意义的。在真正的历史大事盖棺定论的结局面前，你讲这些只能说什么呢？目前仍然在负隅顽抗，内心当中之前那份执念呢还没有被现实的事实啊所打击，让你认清楚就是现实往比较残酷，跟你想象是不一样的。你就认清现实吧，现在在负隅顽抗嘴硬有啥用啊，只是徒增笑耳。目前呢，卢文许，你想抱巴克利大腿，但他早已被奥尼尔打爆。奥尼尔多次公开炫耀他有3 MVP， 你败了。奥尼尔也是大巴车理论的坚实拥趸，说是他是说自己有3 MVP。那奥尼尔之前还讲，他有过这个最佳防守、最佳这个阵容一阵的，他还跟对方讲，我当年入选最佳阵容，我拿过 MVP， 这甚至什么最佳新秀，奥尼尔当时我也曾经最佳新秀，也都讲过呀。那你这有啥呢？是不是？你这东西那叫谈啥炫耀啊？奥尼尔是大巴车司机的坚实支持者。这个点点点点，这个宇哥好。据说当年保罗开训练营要英哥12万刀，是否已经丧失道德？这个 NBA 球星啊，他们在休赛期期间呢，有很多来钱道，一是走学、商演，包括这个参加什么赞助的运动品牌啊，种种不同的活动。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条件？你比如说克里斯保罗这样的呢，其实他没什么条件。就你我去哪儿来中国，谁欢迎他呢？因为他没有签名球鞋，保罗或许也有不卖呀。他这球鞋不值钱呢，他一年从这个什么耐克乱七八糟相关的利益分账啊，很有限，也就是个几百万，大几百万撑死了。因为他这鞋能卖得出去吗？谁买呢？全球范围之内行销的话，你像顶级明星一年能靠这个呀挣个2-3千万，这都已经是非常出类拔萃。欧文这种这么球鞋大卖的，一年球鞋这方面的盈利也就是1200万。保罗这种的一年能有个3-500万，这就算不错了。保罗呀，所以保罗那你得找来钱道啊。什么来钱道呢？那不就是什么呀，通过这个训练营的方式吗？训练营的话，你看一个学生12万，那一个训练营多少学生呢？
没有三四十个学生保罗开班吗？不可能开班啊！你要是同时期进来三十个学生，这就是300多万美元挣到手了。跟自己的球鞋代言合同相比呢，基本上就是二分之一。一年要是开2次训练营，那这个花了钱花了不少呢，好几百万美元。这是克里斯保罗，所以丧失道德呀，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定价高，但是保罗名气也高啊。那你愿不愿意花钱呢？不坑穷人嘛，保罗起码不坑穷人，而且这个，看你自己是不是家庭条件审时度势，愿不愿意跟保罗学习吧。当时库里也学了，库里后来没怎么抱怨，因为啥呢？库里一方面他本身就是组织后卫，那保罗也是组织后卫，我也是组织后卫，而且，库里这个因为他爹呀有点关系，有可能还是走的内部价的。英格拉姆这种是完全是外人，因为他家里没有亲戚是运动员的。那保罗这个毕竟跟之前那个戴尔库里啊也算是有一定的交，是不是有点交？那这个肯定就是花费这块，那就是友情价呗。友情价那库里就没怎么太吃亏呀、啊，所以这就库里这后来没怎么抱怨，还行。库里得到真传呢，库里也没有得到什么真传呢。那保罗当时能说传授真知识吗？他是真是说的是真知识。那英格拉姆现在都已经成为 NBA 的正八经的一个球星，他能分辨不出吗？为什么对于当年仍然耿耿于怀呢？因为他仔细回忆了，当年保罗是啥也没教，教的都是浮皮潦草，都没有这个街边10块钱一本的篮球技术手册教的多呀，花钱花亏了。所以后来英格拉姆就不乐意了嘛。看一下这个沙包里丢丢宇哥，我最喜欢的三名 NBA 球星分别是麦迪、纳什、詹姆斯，请猜猜我的年龄和性格。分别是麦迪、纳什和詹姆斯。那你肯定是麦迪、纳什。当时那会儿啊，那肯定就是差不多04、05那个阶段呗。随着休斯顿火箭进入 NBA 之后，你就开始关注这个篮球赛事了。那你的年龄肯定不会太小，因为你篮球球龄啊，仅就看比赛而言，起码是20年了，是不是？怎么也得有20来年了。或者说往小了说也得是17、18年了，你这个球龄已经是不低了。当年麦迪风头一时无两，麦迪直接讲，正是因为跟姚明啊当过队友，所以呢，全世界范围的知名度啊，可以说远远超过了自己在 NBA 联赛当中留下来的风采足迹以及相应的球坛地位。所以麦迪当年确实是很吸引人。那你要是麦迪和纳什的球迷呢，肯定是直接定义在哪儿啊？03年左右就差不多看到 NBA 了，04、05可能说是你是非常享受 NBA。当时纳什连续俩 MVP 嘛，确实当时挺知名。纳什连续拿 MVP 的时候，几乎球场之上有一个阶段啊，人人都传球，就不愿意投篮了，就都愿意刷助攻了。你年龄啊，年龄这块儿，那你就是，我估计起码32岁，甚至有可能高一点的话，36起都可能性，稍微丢丢，起码32岁。我判断你是32、33吧。这个年纪，神奈川工程师鲸鱼，看你直播2年，从没有中途上厕所，你的前列腺怎么这么好？请试着分析并吹着唠啊！前列腺呢？我这个经常直播，但是不上厕所啊，因为就2小时嘛。如果说真是2个小时，你在饮用水这方面还是比较有限的情况之下，你都坐不住的话，那只能说你这个体格啊，确实已经不行了，已经毁了。你这种身体的代谢能力啊，以及呢，就是，很多相关的就是什么，因为人越老啊，你尿越频，越老呢，你大小便这块儿，它你控制力啊就会越弱，越年轻的话控制力就越强。所以，你看这个小动物也是。小动物也是壮年的时候啊，一憋憋一天不咋地，一旦年老了憋不住了。你看我家吧，蛋蛋之前那会儿岁数一大，憋不住尿了，就一天你要是不往外放一放，搁家里可能就也忍不了了。但你看这个宝宝呢，他现在能憋住，所以这能憋尿说明目前还是比较健康嘛，没有一些相关的生殖泌尿系统疾病，这就是还可以。正常30多岁啊。也没到，就是说必须得担忧啊，自己是不是说这个，各方面能力都是弱了，还没到那个阶段。
卢峰一曲，你想啊，之前讲的这个夕阳和月，宇哥要是害死武大勾引潘金莲的是双枪将董平，武松还敢硬碰硬吗？这俩人打起来谁会赢啊？啊，害死武大勾引潘金莲的是双枪董平啊，他敢不敢来硬的？那敢呢？因为这个马上林冲，马下武松啊。那双枪将董平一听这名呢，他也是一个什么呀？马上的将官嘛，因为你拿枪，而且又是双枪，你这东西他就是，估计在部下呀，能力是比较有限的。你跟这双枪一般来讲可以二合一嘛，一旦二合一的话，在，马战上基本上前后两个尖，这个挺有战斗力。这地面呢肯定是不行，打不过武松，那么武松更是愿意拿下了。其实这个西门庆呢，战斗力这块也不算太弱。你看武松打西门庆，正经打了不少回合呢，甚至比打蒋门神呢，看起来好像说多费了点力气呢，就是武松啊。因此，这个双枪董平啊，也是白给。这个在地面上的话，我判断以武松这个凶猛的架势啊，以及呢复仇之火，再结合什么呀，就是勾引潘金莲啊。那你如果双枪将董平真是勾引的话，你别说双枪将了，就是卢俊义真是勾引潘金莲的话，一是他害死了武大郎呢，心里本身就感觉吃亏，自己原本属于是河北玉麒麟嘛，没有想到做出这种肮脏之举，一旦说公之于众的话，这个盖子揭开臭不可闻呐，那就是瞎了大眼了，那整个武林呢容不了他了。再者一点呢，掏空了身体嘛，长期跟这个潘金莲搁一块厮混呢，时间一长呢，打着打着双脚发软，肯定也是没法力战这个好汉武松，所以卢俊义都白给。到时候卢峰一曲，你逻辑崩了，多数最佳新秀当年成就低于最佳阵，而多数 FMP 成就高于同年 FMP 啊，多数怎么个成就高于同年 MVP 啊？当年伊戈达拉高于同年 MVP 啊？没有啊。当年莱昂纳德高于同年 MVP 啊？你不扯呢吗？这都没有啊！你不讲着这都是属于什么扯淡的话？当年什么这个，马克斯韦尔高于 MVP 啊？还是詹姆斯沃西高于 MVP 啊？托尼巴克高于 MVP 啊？你不扯淡一样的话吗？你讲这玩意儿都是逻辑颠倒了。而且呢，谈一个奖项，别谈大多数。说是别谈大多数，有伊戈达拉存在呢，你不能无视。卢峰一曲，我看过原视频，奥尼尔是怼巴克利的大巴球理论的，詹姆斯和乔丹也认可 FMP 是大奖啊。詹姆斯认可 FMP 是大奖，这就是笑话了。詹姆斯他可没有认可这个是大奖 ，FMP 你什么时候听詹姆斯讲了？我打总决赛，我要争夺 MVP，FMP 从来没讲过。为什么说在整个联赛当中，你仔细合计这事儿啊，没有任何超级巨星他定过目标说我是为了争夺 FMP， 没有任何人，他甚至都说啊，我目标是争夺最佳阵容三阵，我最佳争一下最佳新秀，没有任何人说我要争夺 FMP， 没有任何人说，为啥呢？这奖不值钱吗？你要值钱的话，那人能不争吗？就是不值钱，人家才不争呢。再者一点，这个奖本身就有碍团结，而且这个奖项颁发呢，也并非年年都给球队老大，没什么太大争的意义，所以人家都不以此为目标的。詹姆斯从来没争过，是拿了四个，但詹姆斯啥时候对外讲我是世界什么 FMP， 没讲过，就是谈自己是 MVP， 争 MVP 的詹姆斯是有这个劲头的 ，FMP 从来没争过。不在乎这些运动员呢。陈思远，宇哥，我怕上台又想上台，站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尿裤子，咋整啊？尿裤子，你要是有这种现象的话，那你这属于是到了疾病的程度了，就心理障碍到一定程度的话，那你这个就不是心理疗法能够治本的，是不是？你只能治标了。那你这个尿裤子，尤其你年龄大了之后啊，仍然有这种属于是什么呢？遗留下来的一些这个不良的身体反应的话，病态的生理机制的话，你得治嘛。我小时候那会儿啊，我就认识这个有小孩儿，他这个也是到十一二岁呢还尿炕呢，他怎么办呢？家里给他做那个猪肚，给他做猪肚，做完之后呢慢慢吃，谁知道好没好，不太清楚，反正这个有邻居是这样的。
至于说这个什么玩意儿，你这个上台演讲，当时那会儿你又想上台，然后上去之后又说不了话，想上这是很正常，因为一般来讲人呢，你哪怕说再怎么羞涩的，你也愿意，就说哎，我什么时候也能像其他人似的呢，当众侃侃而谈呢，往领奖台上一站，是不是？上去这个发表激昂慷慨的这种这个领奖陈词呀，是不是能够调动大家情绪啊？阵阵欢呼与掌声啊！你也希望，所以你想上太正常了，没有人不想上。就哪怕说他再怎么这个不善言辞的，他内心当中其实也想上，他只是害怕上。因此，你现在问题呢，想上这事儿正常，每个人都想上，你主要是害怕上。再者呢，没有能力上，是不是？为什么害怕呢？不就是没有能力吗？就你讲话这块颠三倒四，你没有一个逻辑线条，而且特别容易紧张。紧张来源于啥呢？你本身就短练呢，你平时你日常你怎么不练一练呢？讲话这块连贯性啊，包括一些简单的讲话技巧啊，一些讲话通用的逻辑结构啊，学习几个嘛，慢慢你不就懂了吗？所以你这个得学习，可以看看相关课程，这东西也是可以。加强版《德罗赞》，中超开幕四场比赛全部爆满，这就是你说的没人看足球吗？下城不可与兵啊！中超开幕四场比赛全部爆满呢，全部爆满。你是说我讲的没有人看足球啊？你这个就已经是咬文嚼字了。按你这讲法，我也可以咬文嚼字啊。你说什么？中超开幕四场全部爆满呢？你骗人呢，绝对不可能全部爆满。你敢保证里边没有一个空座吗？你纯属说瞎话呢。你这属于妖言惑众了，他不可能场场全部爆满，一定有一个半个空座的。你讲的是假话，是不是？按你讲话，我之前说哪有人没有人看这中场，我那只是一种形容词，概略性的形容。你要咬文嚼字，你现在本身你就是瞎扯淡的。你现在，你这个发言呢，就已经违背事实了。这个过去、现在、将来，宇哥，你有精神内耗严重的时候，我最近很难受，如何学会自渡，请指教啊。你有精神内耗严重的时候吗？这个精神内耗严重啊，过去一个阶段呢，有的时候啊，我是会陷入到这种精神内耗比较严重的。当时可能说，因为也是啥呢？你一旦说有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态，你就容易有精神内耗。怎么才能避免精神内耗呢？不要有任何患得患失，是不是？你能坦然接受所有即将出现的一切，你就没有任何精神内耗了。我目前呢，就基本上是有这种心态。什么这那的，我就不管，甭管说出现什么局面呢，我就认，这就是我的命。那这样一来就不精神内耗了。所以你就是，太在乎，就是第二天呢会出现什么现象；太在乎，就是，未来一个阶段呢自己会走向何方，你的命运、你的职业轨迹会出现什么样的波动；太在乎，那你就是不行，你就是不怎么太在乎，随遇而安，什么情况呢？这就是你人生当中的命里注定，那就是不怎么精神内耗了嘛，这就不内耗了，这么就不内耗了。你老想太多了，那就内耗。哎呀，这个青蓝宇哥，常规赛没咋关注热火，去年的东部第一，今年咋这么拉胯，差点进不了季后赛啊？常规赛没咋关注热火啊，去年的东部第一，今年怎么这么拉胯，差点进不了季后赛啊？因为热火它特点跟早期的这个芝加哥公牛有一定的神似，那就是说什么呢？不是跟哪支球队，跟纽约尼克斯差不多吧？尼克斯不也这种类型吗？就常规赛期间，确实他这个因为有几个球员呢，比本身硬度比较强，而且斯波尔特拉，你别看说一整风度翩翩啊，但其实斯波尔特拉呢也是一个训练狂人式的主教练，他这个衣钵呢完全是承接于当年的帕特莱利。斯波尔特拉他的训练要求是极其苛刻的，队内这块儿平时训练完全一丝不苟。热火队的训练量啊，平时尤其练体能这块儿，应该是联赛当中第一。就之前帕特莱利时期的形成的惯性，甚至就包括帕特莱利当了总经理之后，给这支球队灌输的思想呢，这就是三天不练呢，那你是不想在球队混了。甚至包括当年的奥尼尔，你要是短练的话，甚至他都不惜将奥尼尔交易出队的。所以，再包括纽约尼克斯也是这种类型，就是长期大量的通过这种训练量啊，就是紧绷球队的精神意志，靠这个往前拼，但是硬实力呢，相对又比较弱，所以不行。
这个你像这种球队一般来讲就是一年好使，另一年就不好使，因为你不可能说凭借意志力，凭借这种这个自己大量参与的体能消耗，靠这种东西它支撑太久啊，就是长远来看的它没有那么十足的长性，短线行，长性不行。卢本一曲，这个我说的是多数，你谈少数个例你败了。詹姆斯拿了 FMP 就是官方认证，他不需要自己强调啊，官方认证就不需要自己强调。那你 MVP 经常也是官方认证啊，那自己也强调啊。那包括拿了什么最佳新秀奖也自己强调啊。但你看拿了 FMP 的有几个动辄谈这奖的，没有几个啊。你这迈克尔乔丹动辄讲，他不会说啊我当年拿了多少 FMP 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奖是内部的，因为这个奖完全就属于是内部人互相之间的，怎么讲，有一定内卷诞生出来这么一个奖，这本身就脱离于篮球的团队本质的，你这种奖项啊。所以他这个通常就羞于提及嘛，好像说提了这奖了呢，置队友于不顾了，你是拿什么 FMP 之类的，通常都讲冠军，讲冠军是团队集体的付出，所以 FMP 是比较鸡肋的一个奖。海上能够演这个，假如宇哥、王猛、柯凡、美娜、张悦一起去郊外玩烤肉啊，游玩烤肉，你觉得谁会负责开车，谁负责烤肉，以及谁会购买食材呀？烤肉谁负责开车呀？开车那肯定是我开呀，因为这里边男的就我和王猛啊。但是你看，一般来讲，大越野呢视野本身就差，大越野车呀，就是因为越野车其实你看起来好像是视野挺好，其实这玩意儿视野一般般，尤其就是说什么呢？这个车辆的两翼就是两边盲点非常大，盲点巨大，旁边真是要有小孩你不注意的话都可能压着。所以这就是越野车嘛，后边呢其实盲点更是这个大，后边盲点反正哪哪都是盲点，其实越野车看起来就是你的角度高，但你看卡车角度还高呢，那卡车盲点大了去了，卡车呀，那卡车你倒车你不下边没有个人指挥你根本也不敢倒啊。所以这越野车因为它这个个大呀，这东西它就是盲点比较多，我比较适合呀，因为我有个嘛，你这里边属我个高了，那我肯定得干这活啊。因此我开车嘛，谁这个买肉啊，买肉是因为这买菜的活儿呢肯定是女的干的，那就是张月和美娜他俩一块去买呗，就是互相一唱一和，争取把这个价压得低一点。谁怎么的，谁烧烤啊，烧烤王猛烧烤呗，因为烧烤的野外你搭架子嘛，搭架子它不像说在室内啊，架着水高水低啊，而且架着一般来讲野外烧烤都蹲地上烤啊，那王猛个本身就矮嘛，那烤的话就正好适合，我蹲地上还比较累，可能王猛正适合他烤吧。中山庄道明峰，这个宇哥你的工作经历对我们新入职场的新人很有帮助，长期当时听你直播让我现在升官发财呀！啊，中山庄道明峰对你挺有帮助呗，你听你这个对于自己的 ID 定义有什么道明峰啊，一般来讲中山庄呢体制内的穿的居多一点，很多干部呢也不穿西装就穿中山庄嘛。同时呢你这个道明峰啊，道明峰顺势而为嘛，你这个为官之道顺势而为，你这个所以你呢也是谨记这一点，道呢强调什么，不争不抢，是不是什么了，那叫有叫啥叫什么玩意儿了，这个不争则天下莫能与之争啊，就这个道理，挺有才艺的，对于你挺有帮助呗，那就希望你今后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未来职场一帆通畅，今后能在这个体制之内啊混得风生水起。卢鹏宇05年奥尼尔是 MVP 第二，06一阵他才热火老大，但总决赛不如韦德就不算带队夺冠的。MVP 第二06一阵呢 ？MVP 第二，这你就能说明你是球队老大呀？最终得看拿没拿奖，因为当年还不像现在有颁奖典礼呢，根本没有什么颁奖典礼，就是说这个最终入选的三人，现在有颁奖典礼了。最终入选三人基本上各保各都得是球队老大，但当年没有，当年的所谓第二那是扯淡，第二那媒体瞎排或者说乱七八糟，那最终什么 MVP 第二啊，所以说投票之类啊，投票之类的，因为奥尼尔是半路加盟啊，
而且奥尼尔自己都承认了，那你还有啥否定？整个季后赛打的比维德拉多，而且他不是队内得分王，当年维德队内得分王，你怎么能忽视这个呢？维德那个阶段就是小年轻，但是呢，联赛当中属于啥呀？也到了新老交替的阶段了，很多老一辈，包括迈尔乔丹都已经退了嘛。所以韦德这种小年轻呢，资历这块还尚缺，所以外界对他认可度啊没有那么十足的高，影响了参选最佳阵容之类的。你讲这个，也不是完全对的。你当年这个雷霆，猛男是一阵，杜兰特是二阵，2016年，那能说明那一年猛男是老大吗？也不是，那年杜兰特还是老大。如果允许常规赛 MVP 才更加没人提，获奖者也都会说自己真正的目标是冠军，而不是，而 FMP 是什么？这个冠军功勋呢？冠军功勋，你的冠军功勋多了，那你这个麦考还是冠军阵容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呢，是不是？伊戈达拉当年也是冠军功勋呢，有啥用呢？谁立志成为伊戈达拉呢？你要是有立这志的，一般来讲角色球员，所以就那样。MVP 怎么没人提呢？那你看恩比德提不提啊？约基奇那怎么不提呢？自己两届 MVP 白拿了，最硬的奖项嘛，不提呢？预测首轮呢？今年首轮我看哪几支球队啊？今年首轮是东部这块，刚才讲完了嘛？东部这个一点悬念没有，没有下课上的可能性。下边这个最有悬念的一组系列赛，可能说就是克里夫兰恩骑士打这个纽约尼克斯，但尼克斯整体实力还是不如骑士啊，尤其球星含金量这块，质量啊、成色，包括内外是否能充分相结合呢？尼克斯内线有点软，内线就一个谁呀、兰德尔，但这个兰德尔他本身尺寸就不足，他只有2.06米，你说这种小矮个的话，能不能抗衡住骑士队的内线双塔呢？抗不住啊。其实对外线呢，还有这个加兰和米切尔，尤其米切尔防守又好，所以不行。这个尼克斯也是打不过，其余三组没有任何悬念。我判断最多能打出来4-1，就算不错了。哪组有可能打出来4-1呢？最大可能性是这个篮网对费城奇人，这组是最大可能性打出4-1的，甚至有可能4-2。这组啊，最大可能性，其余的没有悬念。加强版投手战，这个西北中超都有空座，中超进场人数是西北数倍。足球远比篮球火爆，下层不可与评啊。中超进场人数是西北数倍，进场人数啊。但你没结合啥呀？这个场地的大小啊，再结合呢，就你总共就一个赛季，他总共打多少场比赛呀、你场次本身少的话，那你这个竞争起来原本就不合理啊。那西北比赛那多长时间打一场啊？你经常打呀，那甚至很多时候他还打背靠背呢。就当然西北很少背靠背，西北是一轮一轮打嘛。是，如果说忙的时候啊，两天一赛都有可能啊。那中超是这样吗？他不是这样啊。所以你讲这个，根本就对于整个世界体坛呢，没有一种对于不同运动种类的理解了，你一点基本逻辑都没有。帕奎奥打梅威瑟一年一场。那是不是拳击比这个比你上座率还高呢？现场啊，包括转播的话，那很多人都是驻足围观，是不是拳击也是这个中超的比赛的这种影响力的十数倍呢？是不是有多少人全世界都盯着这一场呢？你不能这么讲啊。拳击呢，拳王之争，拳王之争一年就打一回，那可不这个关注的人数多吗？如风一曲，这个奥尼尔2005年就是公认的热火老大 ，MVP 呼声最高，最后只差几票被纳什拿了 MVP， 争议很大呀。2005年公认就是热火队，你公认的，奥尼尔自己都没认，你怎么来个公认呢？我发现你这个，MVP 啊，你看他最后都中拿没拿？拿了你是球队老大，没拿呢，只能说明当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MVP 的评选机制是能够排除掉很多。就是当赛季一些属于什么呢？少数评委他们的这样一种错误认知，因为 MVP 评奖啊太多人了，上百人的规模啊，因此他这东西就通过数量，通过大数定律、数学方面的严密的这种这个关卡的阻挡，把很多不应该当选的人排除掉了，就这么简单吧。这就是数学当中大数定律。如果允许你这个学音乐的，又是搞体育的。平时逻辑能力要怎么说偏弱呢？你这两项跟逻辑都不沾边啊，这都属于是文娱领域的嘛。要不怎么说你？现在我劝你，可
可以考虑学学基本的数学。说说基本的数学啊，排列组合呀、啊，什么这个真假命题呀、啊，这些东西呢，仔细回去回炉正道吧。你这没有逻辑能力，为什么奥尼尔没拿呢？说明绝大部分不认可他是什么这个球队老大，乱七八糟的，最终没拿嘛。而且他事实是没拿，他自己都不承认自己是球队老大，你给他放的，你还来个公认，你是公呗，你就你认就完了呗，整个公认。就你是属于啥呢？就你公这儿，你是绰号是公公还是啥呀？你这个，那勇士队真说打到季后赛的话，你就能够看到什么叫是真正的卫冕之师了。那是，獠牙一旦所显现的，那也会必然使得啊，丛林当中很多福克斯这种啊，野兽山林之王一旦说有出没的话，狐狸就会退避三舍了。所以这福克斯呢，届时肯定也是躲起来了，所以这是不可能。国王队就这些人啊，就萨博尼斯一个位置，他还多少有点优势，其余都没有优势。你说你咋打呢？从板凳席到首发，没有任何一个点位他拥有这样一种对位的便利条件，那就没法打，肯定是勇士队撵着对方的。阿琴123宇哥，我考公失败了，面试拿的第一也没能翻盘，折合后总分只比第二名差 0.96， 我也悟了，人的一生成功是一时的，失败是主旋律啊。考公失败了呗，面试拿第一成绩也没能翻盘呢。哎呀，那看来你这个之前呢怎么的，就这个笔试呢发挥确实是差点，笔试笔头功夫可能说呢，在今后你的工作当中啊，其实他扮演的角色呢原本也是挺重的。因为其实公务员很多他都是说什么笔头的活嘛，对不对？你得善于工作总结啊，你得写一些这个履职的报告啊，所以你这个笔头差了点是不是最终败了？最终败那也不算太亏呗。而且你甭管差多少，差多少也是差呀，因为他要的名额有限，那你就差这么一头发身儿，你也是属于啥呢，确实总分你比人低啊，而且是什么呢，客观性的低。面试一般来讲还强调主观的，而笔试呢只有客观，你是客观的就是不如人家了，是不是？你客观的不如人，你要说你面试没比人强，那你可能说可能还存在一些这个偶然因素，你没有啊，是不是？你就是纯失败了这把呀，纯失败了的话那就服输呗，因为你这个考就是没上去啊，你差几分他也失败了嘛。这你现在不要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这个反事实效应。什么叫反事实效应呢？就你拿了第二了，好像说这自己挺失败，其实不算失败，就说明你啊也确实有能力，你之前参与这次考试没白来。为啥呢？你确实接近于这块料，你没有对自己错判，就说你花了一年时间呢没有打水漂，因为你一开始对自己判断的理解是对的，就你多少还在这条账上多少是有机会的，但最终机会没捞着呢，那也就没有什么这个埋怨了，是不是？起码你不是盲目的浪费了一年呢，就还行。接下来你这个考公还继续考啊？最好是别考了，因为你这考公万一二战再失败，那人生啊就幻灭了，你觉得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了。一个考公这事就这样，因为考公它跟这个考研呢，他俩都一码事儿，浪费时间。因为你这除非你一蹴而就你就上去，要不然的话拖来拖去二战三战把你折磨的不成人样了，那这个不太好。既然说败了，你就败了吧。今后就是另谋其他职业吧，希望你其他职业一帆风顺啊。中山庄道明粉，我现在是公司团队核心，不需要 FMP 也无法撼动我的地位，相反水平不行的同事常炫小奖，自娱自乐毫无用处啊。有一定道理，就是公司核心嘛，就某一次这个具体谈判发挥好点呢，公司给个小奖，但是你也掩盖不了真正的团队领头羊他起到的这样一种盖棺定论的决定性意义。所以你是中流砥柱嘛，中流砥柱是真正这个耀眼的，是不是？你是真正团队核心。陆文曲，过去四年 FMP 成就都高于同年，你别过去四年呢，你怎么不过去七年呢？是不是把一个拉拉宰去了？而且你为什么在过去四年
都高于同年 MVP 啊。我看四年之前是哪个啊？是2019年还是2018年总决赛 MVP？ 2019年总决赛 MVP 高于同年的 MVP。包括这个2017年总决赛 MVP， 2016年。2015年呗，一个老老，你不能光四年呢，没用。你光四年的话，光四年 FMP 的成就都高于同年 MVP 啊，成就都高于同年 MVP， 成就啊，成就。那你去年最佳阵容乙阵入选的，那成就那也不见得弱于，最佳阵容乙阵呗。最近四年 FMP 啊，你四年不行，因为你这东西你要专门挑四年的话，完全属于啥？那你怎么不往前倒十年呢？你看还有几个呢？那就不一样了嘛。所以你讲这个偏听偏信了，一叶障目不见太少了。你不能拿一个片段呢去决定，就这个事儿，绝大部分情况之下，或者说什么这个事儿，它通常的一种这个不应本末倒置的，究其根本的奖项含金量，你不能说抛其本源不谈，而仅着眼于浮皮潦草啊。着眼于目前眼前的虚幻，而不认清楚其本质，那是不行的。本质啥呢？这个奖一个大拉都能拿，不值钱，就这样。卢峰一曲，我高考数学是当时所在国家前，这卢峰一曲，这卢峰一曲，我发现这人嘴没有把门的呢。这卢峰一曲，我没躲闪呢，还是那句话嘛，就是说。过去四年什么 FMP 都高于这个同年的 MVP。过去四年呢，那2015年当赛季的最佳阵容三阵还高于 FMP 呢，那能证明这个最佳阵容三阵就稳高于 FMP 吗？也许按照你的逻辑你也这么认可，是不是？卢文君，你要有能耐那咱都别玩双标啊。那你不说就过去四年吗？那我也能挑出来啊。2015年就是那一年呢，那他这个 FMP 还不如当赛季的最佳阵容三阵呢，你怎么解释呢？甚至15、14都不如当赛季的最佳阵容二阵呢，你咋解释呢？那不也是连续两年吗？所以你讲这玩意儿没用。逻辑自相矛盾的话，说明你这个逻辑啊，在科学的，因为科学是可以证伪的，你这东西已经证伪了，不科学。你讲这个。如果许我高考数学是当时所在国家前1%的水平，韦德是靠06年 FMP 才力压奥尼尔成为老大的。韦德是靠06 FMP 才力压奥尼尔成为老大，不是这样。常规赛期间，韦德是队内得分王，队内外线真正的发起点。奥尼尔当时力不从心了，季后赛期间他数据这块更是大大缩水。而韦德呢，整个季后赛一直以来扛着球队前进，不是一组系列赛的问题。所以当时韦德、奥尼尔都认，人家就是球队老大。至于说你数学是前好意义啊，没啥意义，前1%啊。卢峰一曲，我从小是学霸，数学是我特长，世界前30大学商科，音乐是第二专业，赌100万我拿，凭证给你。这卢峰一曲，他挺能吹呀、啊。这卢峰一曲，你看没看到他这？一点一点往上加码，这整的自己，成林书豪了，整的自己。你慢慢，你别告诉我你是退役的 NBA 球员，国内黄种人就这几个。那你姚明的马甲啊，还是易建联的马甲啊？没有啊，孙悦啊，这埋藏在直播间。你们后续你这，你这说起来吹起来没边儿了，到时候啊。你到时候你这有可能就是被其他人挖出来，你不是这么回事儿啊！那国内没有几个干过 NBA 的，你慢慢整着整着，你这个吹的越吹越悬。卢峰一曲，你这个挺有意思的，小学就学霸，你咋不是校王呢？小学是学霸呀、啊，数学是你特长，世界前30大学商科，前30的大学商科，听起来就假。卢峰听起来就假。卢峰人现在吹起来没片儿了，音乐是第二专业，赌100万拿凭证给你。听起来就不太可信。卢峰一语，所以说你这个
暂且就算信吧，因为你没有吹的特别没边，你要说你是立这个世界前五的商科，那这有数的。哈佛商学院，说是还有什么这个各大商学院，再不就是 UCLA 有可能，是不是？就这几个名校啊。所以你讲这个，就算说你说的对又能如何呢？但你这个不能说拿什么智力去压人呢。同样道理，就你数学就再怎么是一个知名教授，你也不能跟我讲一加一等于一点五，你不能跟我讲这话呀，那我不信呢啊。不能因为你是教授我就感觉啊你说的是对的，因为人都是有思考能力的，都有分辨能力的。正如你很多时候你强调那个理论什么这个打球啊好如何之类的，打球好他也不是说的所有事都信，对不对？打球好啊，我看一下这个宇哥评价一下这赛季的一二三最佳阵容啊，一二三最佳阵容啊，第一阵容的话，外线这块我感觉呢，考虑到斯蒂芬库里，毕竟人不是附加赛档次，你要说最佳阵容完全忽视你这个领军的队到底打出什么样的发挥吗？那如果说你是一支摆烂球队呢，那肯定是不太行啊。光有个人数据的话，想入选最佳阵容一阵的话，这个其实他还是值得商榷的。你包括什么这个卢卡东奇这种啊，你数据是好看点，你是得分王吗？你不是啊。三双在这个年代可以说并不值钱了，防守你还是个漏勺呢，你领军带队胜率还不如凯罗文呢，有什么脸去真正说竞争最佳阵容一阵？一阵我认为要求还是应该严苛一点，就是说你这个数据表现呢肯定得挺硬，但是也得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球队不能太老。所以你像亚历山大这种仅仅是附加赛级别，今天连系列赛附加这个季后赛没打上，你就别竞争了。而且这场比赛不光是吉迪拉了，你自己都拉了，你被你弟弟给防住了，那你这个就差点，最后临门一脚也没踢明白，给的硬香分啊也是差一些。所以亚历山大呀什么这个东契奇呢都进不去了，库里就能进去，因为他是前六嘛。福克斯呢他别说战绩也挺好，数据不行。福克斯因为你这个基神最佳阵容一阵呢，数据是第一考量，但是战绩这块你不能拖后腿，这样一来综合评选。库里的数据是接近30分嘛，场均的数据这块确实也挺好，所以库里占据一个名额。还有谁呢？米切尔占据一个名额，因为米切尔毕竟也属于什么后场明星嘛。今年他领军带队在这个东区啊，也属于是打出了属于他换队之后新的骄傲了，基本上是征服客场球迷了，加兰都不想靠了，他基本上鸠占鹊巢了。所以米切尔他差不多能占据一席之地，根据斯顿库里他俩携手呢成为最佳阵容一阵的入选人选。至于德文布克呢，布克今年呢数据比去年差了，你不增反降啊，战绩比去年老了。你要说个人发挥表现这块你还没有库里强呢，个人表现数据各方面你还没有库里好看呢，防守呢你还没有库里啊起到的价值高呢。那最佳阵容一阵的话，德文布克今年是属实差点。所以一阵就是库里和谁呢，这个米切尔他俩搭档。前场呢那肯定是塔图姆啊小前锋，因为没有比他前场这位置更有资格。塔图姆打了70多场比赛，而且场均是30加得分。哎呀，今年这个不改没改，今年没改，今年位置这块还没改呢。位置改那是来年，今年还没改呢。今年还是按照这个具体位置划分的，今年不是说打乱。所以五号位只能入选一个，那就是乔恩彼得。前场位的除了塔图姆以外还入选一个，那就只有字母哥，就这样。因为今年还分位的，来年才改的，今年没有立马就改，是不是？今年改了吗？没改吧，来年才开始改，就是新的劳资协议来年才开始改嘛，选的相关东西。第二阵容啊，第二阵容的话就东契奇、亚历山大，第二阵容要求就没有那么苛刻。你像他俩这种数据型的差不多能进，对不对？数据型的也表现还可以，差不多吧。第三阵容哈登差不多，哈登再结合谁呢？德文布克
应该是吧，因为莫兰特不行了嘛，莫兰特不行了，德布克和哈登搭档，那没有那谁了，没有这个，哎，不太好评判，这个最终这种一战是不太好评判，不太好评，这能人太多了，包括今天杰伦布朗搭的也挺好，布朗如果最终这种啊跻身的话，那就没有哈登啥事了，有可能。卢光一曲，我给你拿的论据都是涵盖多数年份的，而你拿的例子都是少数年份的个例，以偏概全，你已败了。多数年份 ，FMP 就是 FMP， 它不是球队当中的这个老大，一个老大就是个反例。同样的，你像这个什么呀，这个最佳新秀奖，这个也不能等同于球队老大奖，不是一码事儿，是不是？不是一码事儿，最佳新秀奖它也不等同于球队老大奖。你看最佳新秀绝大部分年份他还都是球队老大呢，没有啥意义，这只是一种怎么讲无奈，同时呢可能说现实当中略有关联的巧合。 FMP 呢他毕竟能颁给一个打拉，那就别提了，那就别提，他比最佳阵容三阵的门槛还低呢，这就不值钱。什么这个不冷的可乐好不好喝呀、啊，可乐只能喝凉的，你不凉的这可乐喝啥呢？不凉的可乐，因为它这个属于啥呀？二氧化碳，它是一种什么样属性的气体呢？这玩意儿是你如果不配合上冰凉的这种温度的话，那么就发挥不出二氧化碳呢在口腔当中迸发开来那种这个凉爽之感。因为二氧化碳它的特点就是增加这个饮料啊，它一旦说挥发之后增加这样一种凉度，就让你感觉呢，沁人心脾，在盛夏酷暑那个这个节气呢，当时你狂饮一口呢，感觉酣畅淋漓，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二氧化碳它不挥发，挥发不是吸收热量嘛？所以就这个道理，必须得是这个凉的。反正我目前吃东西这块儿挺闹心，我今天还去逛超市呢，一看超市里琳琅满目，全是好吃的，但是没有几样能吃，我现在只能是吃素食，吃蔬菜，水煮蔬菜，吃点这玩意儿，哎呀，其他东西碰不了，虾米之类的佐料这块都是严格规定，海鲜之类都不能碰，都吃不了，吃点的话就出问题。我这次就争取什么呢，抓紧时间，一老本事，在我给自己定目标，起码得是半个月吧，15天功夫，严格限制，肉啊，什么这个海鲜之类根本不碰，就是米饭我吃都少，米饭配蔬菜，其他都不多吃，不多吃慢慢就能好。之前那会儿为什么老复发呢？他还痒呢，当时我就胡吃一海塞，立马就问题就严重了。现在还有点痒，我讲话讲多都有点痒啊，就周围就这地方红了吧唧的，非常痒，红了吧唧，就这地方非常痒。现在还痒呢，你看这两侧很红，痒，不是痛风。我不喝酒，痛风怎么控制？我不痛风啊，当然我这个有一个阶段呢，确实有点痛风感觉。你比如说我这个手指头啊，这个指甲尖就感觉，尤其吃完火锅之后感觉，哎，啪啪有点针扎那种感觉，那其实就有一定的痛风信号了，也就是说意味着什么呢，当时你嘌呤摄取量有点过度了，你尿酸呢可能呈现出来的指标啊有点异常了。我去这个医院验血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也确实尿酸指标多少要稍微高一点，这也正常，因为一般来讲在所难免，尤其你平时你饮食要不控制，你像我现在这个饮食肯定是一点毛病没有，就中风之类那是不可能的，就是痛风啊。但是你要是平时你不加控制不加节制，当时那时候我体重也没控制住，那就是有点风险。水果挺甜，这个如何评价世界名牌大学商科学子数学天才卢峰一曲现在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我泪目了。确实，你这卢峰一曲你这没混整啊，你这大学商科学子，商科学子，你又是个数学天才，现在从事体育教育工作呀，你为什么要当个体育老师呢？你甚至不是 CBA 的一个
助理教练的，你甚至不是一些就是在国内知名机构的一些这个营养专家呀，不是呀。当然这一点你不能瞧不起芦荟许，因为芦荟许听这样的，可能说他有一定的哲学坚持。因为人呢，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听卢峰啊，他这个履历，从小也是蜜罐子里泡大的，有可能也是说啥呢？从小家大人都顺着他讲话，是不是？他如果相信地球是平的，那么一直到22岁，可能家大里家大人呢都会一直就跟他讲，只要一问地球是不是圆的，家人说是平的，是不是？按照你的想法来，没有这个忤逆之言。从小这个生存环境，家大人基本都顺着他来，所以现在养成一种习惯嘛，就是所有事儿的话唯我独尊，我相信的那就是世间真理，不可能有假，所以就现在如风饮水。就是说干什么职业呢？干什么职业都正常，因为每个人人各有志嘛。卢峰可能是到一定境界了，就到一定境界无所谓，我就是干自己爱好，其他那些都扯淡。你看这个北大毕业还有当和尚的，什么干什么行业都有。极致抄底达人这个詹姆斯，如果留在骑士拿到2到3个冠军的话，和现在的成就相比，哪个历史地位高点啊？留在骑士拿到2个3个冠军的话，和现在成绩相比，哪个历史地位高点啊？还是现在高啊，因为你光留骑士没用，你得看你荣誉构成啊。你如果留骑士，你拿了5个 MVP、6个 MVP 了，额外你又拿3个冠军了，那我感觉历史地位比现在能高。那你要是基础荣誉这块也没堆叠的，就是那么极致啊，那你历史地位可能说反而还不如现在呢。所以历史地位归根结底，你光讲故事没用。你比如说诺维斯基，他就是你再怎么讲故事。这那一个冠军含金量，再怎么这个中老一方，同时含金量十足，力扛三巨头，你也无外乎满打满算一个冠军呢。你跟那些俩冠军、俩 MVP 的比，你肯定就是不行，比不过嘛。所以你这个凭历史地位，最终啊一看，还是得是以事实为依据，光想象不行，光唠嗑、光编故事没用。红磡铁头，盲猜卢峰是曼彻斯特大学硕士。我前女友二本毕业也拿到 offer 了，就是曼彻斯特大学的硕士卢峰一许啊，他在欧美地区上学呗，有可能。听卢峰这个感觉呢，尤其之前关于卢峰也有种种传言嘛，你要说是英国留学回来的，这个可能性我感觉也是比较高吧，就是卢峰也很正常，尊重卢峰。所以是曼彻斯特大学毕业的，曼彻斯特大学也挺好啊。说实在，甭管是什么这个二本的拿到 offer 之类的，人家这个见闻视野是不是？开阔的眼界，卢峰啊也挺值得学习吧，卢峰。奶昔小木右寸，这个宇哥，你对 AI 时代建筑、留学或者留学有什么看法吗？出国读研会比国内轻松吗？有点焦虑啊。就是 AI 时代啊，出国留学呀、建筑学 AI 时代你怎么的？建筑学，我看啊，AI 时代建筑学，AI 时代建筑留学或者留学有什么看法呀？建筑学 AI 时代，我感觉 AI 目前呢已经能够解决很多这个基础的画图工作，包括这个力学结构嘛，很多它都是通过什么呀？通过这个 AI 直接生成的。现在基本上很多建筑师呢，他用的什么模型，包括他一些先进理念，都通过计算机整出来的，自己发挥余地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你自己强调力学，强调画图啊，整个图纸算法啊。目前已经不太流行了。之前的马东不讲过吗？就现在基本上电脑已经解决很多设计方面的工作了，包括鸟巢，就那个搭建，那都是电脑搭出来的，就自己只是提出一个理念。所以你这个建筑的话，反正目前在国内建筑学不太吃香啊，因为现在红利已经失没了。你国家目前当下，留有这个房产数量，尤其结合目前年轻人他生孩子的又少，后续这个能够接替的力量又不足，所以房子现在是越建的这个越有富裕，因此建筑学啊差点嘛，未来可能说不太好混了。AI 行业，至于说你去国外留学呢，去国外留学一般来讲，去国外留学都是基于什么目的呢？说白了，都是基于开阔眼界，同时呢。
扎实好自己第二语言，就这个目的，就是语言的目的，以及呢开阔视野见闻的这方面的目的，这个是主要的。还有第三种呢，那就是可能说家里条件比较好，未来可能说要考虑移民他国呢，也有这方面想法的，那选择这个出国移民。你要纯粹从学习角度啊，从学习角度说实话，你搁国内上大学，有的是大学任你挑选。你说你学什么大学，必须得去海外念的，而且你英语又不是那么好，听课一知半解，你说你能听明白啥呢？其实在国外也同样如此，重点在于你自学。你要是真是有那个心思自学的话，你包括这个你可以上国外网站，那有很多这个顶级教授他们在互联网上录的一些专业课程，你就看呗，你不一样学吗？搁国内你要是真是想好好学习，你完全能做到啊。但是你要是家里条件好，愿意开阔视野见闻，那出国没问题。因为你这个视野见闻呢，你这种这个眼界阅历啊，你在国内可能比不了嘛，是不是？因为你在国外生活过，你深刻了解这个国外和国内两者之间真实的差异，你这个也挺有帮助。如果允许，我高中和大学是在一个发达国家和教育先进国名校，隐私我不详谈，不服私信给你证明啊。啊，高中和大学是在一个发达国家的和教育先进国名校啊，教育先进国，哪个国家教育那么先进呢？中国呀，中国教育就挺先进嘛，就是国外教育也挺先进的。教育先进国，教育英国、欧美呀、啊。美国、英国教育先进国，教育先进国，那看来肯定是英国呀，这种美国呗，说这教育先进国呀，也还行啊，去那地方就是留个学呗，现在留学，你高中和大学都是搁那边的，如风，那你确实你有海外那种观点，是不是坚定自己信仰嘛？欧文在海外也有众多拥趸的，所以也还行。那你这又能证明啥呢？这又能证明啥？证明你逻辑性强啊！你恰恰呀，在国外，我感觉你学这些东西，要不然说你重点还是在体育和这个音乐这两方面后来发展了呢。其实你这骨子里还是一个有一定艺术气质的这么一个人。你有艺术气质的人的话，我跟你没法辩论的，因为你通常是什么呢？情绪对于你来讲大于逻辑，你就是这种性格。所以也没什么好辩论的吧，就你这个学习的经历基本上验证了你不是一个在大学之后仍然那么专注于逻辑顺畅与否的一种性格，你从事的领域也属于是情绪力量更十足更饱满的一个领域，艺术气质。狗熊不是狗，这个卢峰别丢疙瘩了，世界前三十商科没啥好吹的，前十都有好几个很好进啊，前十都有好几个很好进 ，FNP 也一样磕碜的。那你这个就属于什么呢？那你俩之间就是越吹越凡尔赛啊，因为你前十三十的话，他肯定也不是一般人摸摸脑子就能去的。你所以卢峰肯定还是有点底子，是不是？能去啊，也不算太简单，还行，这卢峰去啊，考的学校也算挺好。弗兰0327，卢峰老弟总是在留言结尾加一句你败了，靠一首阿 Q 精神抚慰自己，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富二代罢了。就这卢峰一曲啊，最后一句有可能，因为他如果家里没底儿的话能高中就去留学吗？通常在我认知当中，高中如果你出去留学的话没有一个家里穷的，你除非说你要是大学出去留学还真是有，你比如说啊，就家里条件还是比较一般，怎么叫一般呢？就不是说什么大买卖人，就是家里父母可能就是公务员体制内干个国企工作，家里从这个孩子一出生开始一直攒到这个孩子上大学的年纪，攒到19、20来年攒了100多万，然后供孩子出到欧美留学，也有这样的。但你要说高中就出去留学了，家里有点底儿，而且你听他这个画风，他在北京嘛，那北京的家里能差吗？是不是？当地这个房子也贵啊。那卢峰他肯定是有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家里留了房产留给谁呢？肯定是好大数人嘛，就给留给这个卢峰一曲了。卢峰一曲就仅就靠继承，他能继承不少钱的，挺让人羡慕的。卢峰一曲这个挺让人羡慕，小生活过的，出身名校，是不是？高中就到海外，那会儿避免了国内的
内卷嘛，是不是？也不用大量做题，就自己就考，又考个大学，考大学回来之后也不追求，就在自己专业领域有所造就。因为自己是想学啥学啥，自己当个自由职业者，想上课上课，不乐意上课就不去。平时没事就打球，是不是？撸风一起，生活也不错呀，撸风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房子今后都有可能留给撸风啊。这个撸风一曲回水果挺甜。我是一个高级贵族运动项目的高级教练呢，并且有自己的相关产业和副业不缺钱呢。撸风一曲，一个高级贵族运动项目的高级教练。你看他，你我发现你啊，讲话跟那个什么呢，就是跟那个，跟那个《鹿鼎记》里边那个曾克爽介绍似的。啊，就是说这个，我的授业劳恩师呢，开蒙的时候是什么武夷山的名师，然后这个将来呢又是这那的名师，全是名师，是不是？反正都是高手，这天下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多高手，反正都是高手。而你呢，你介绍自己啊，你介绍自己你是怎么讲的？我是一个高级贵族运动项目的高级教练，又是高级又是贵族，两个高级加一个贵族啊，这种运动的话。一个又是高级的，高级什么玩意儿？我看你啊，高级是高级贵族运动项目，高级贵族运动项目，这不光得是贵族运动，还得高级。你又是个高级教练，你这面太窄了，不得不讲，你这面太窄。贵族运动，你比如说贵族运动，高尔夫都不算呢。因为在这个美国，那高尔夫就平民运动，那日本甚至都普通人，那大雄他爹都经常玩高尔夫球的，所以这个你都不是高尔夫球的，那是什么领域呢？贵族运动，马术肯定算一个吧，马术啊，在英国，而且英国特别擅长马术，你有可能是个马术教练，是不是？目前一看起来有可能是个马术教练。贵族运动的话，击剑。也差不多吧，因为击剑普通人似乎说没有玩的，玩这玩意儿的话，可能一身装备也挺费钱，但击剑听起来档次都低了，是不是？听起来，那你有可能在英国留学，专门就是搞马术呗，骑马这方面能力是挺强的，有可能，也就这一个领域了，其他也配不上你这个一长串的贵族 title 啊，因为他玩马术的，帆船呢也有可能玩帆船的，是不是？冲浪都不行，冲浪都不行，应该是玩帆船的也有可能。飞盘教练呢？撸风一曲，击剑教练，潜水教练，撸风一曲，我只做我喜欢做的事儿，而且哪个行业没有经营的？你看不起体育，恰恰说明你的格局和眼界。我没有看不起体育啊，那360行行出状元嘛，更何况是体育领域，更是经营辈出。体育领域，因为现代这个工业文明时代呢，体育啊成为了什么呢？成为了很多文明人啊工作之余白领生活过腻了之后呢，参与的一种返璞归真的寻找自我、接近自然的这么一种途径方式，挺好啊，体育啊。所以你干你这个喜欢的领域啊，挺让人羡慕，挺好。卢峰啊，中山装、道明峰、卢峰2万的电池都充不起，还说自己不差钱，是不是和杜兰特行为一模一样？这不一定，这个跟消费习惯有关。不见得每个人啊消费习惯都是一致的。这人和人之间这个消费习惯，它不一定这个完全是一码事儿啊。你比如说我发弹幕，我最多发过100的，30的呢我就发过一次这个发弹幕啊。所以你看我挣的也不低不少啊，但是我发弹幕也不发高价弹幕，所以这个也不奇怪，看这个一个人花钱的习惯嘛，是不是不一样？狗熊不是狗和熊啊，这个宇哥真不是凡尔赛，你申请过就知道了。世界前30商科真的没啥好吹的，吹丢点磕碜了啊！世界前30商科确实比较水啊，这含金量那么低吗？商科啊，因为商科据说也都属于是啥富甲一方、贵族精英弟子才从商嘛。商科因为它属于什么呢？毕业之后没有一技之长。就你通常你家里没点底儿，你学商科的话，未来就业其实你不算什么这个行业之内，真说有那么突出才能的。你比如说互联网大厂，
人都要有技术的，是不是？你光专门学商科的，因为商业呢追求实践，你光理论不行啊。所以商科不行，这么老呀，世界前三十啊。那卢峰这个也不低了，因为你要了解国内啊，本科率4%，那真说出去留学的不到1%，你0.几%。卢峰能混一个高中时期就去出国留学，大学呢，也是前三十上课，这就不算拉了，在国内跟你比可能拉，因为你了解，你真是内行，而且你更是一个顶级学霸，那你比卢峰强，那你当然瞧不起他，你有鄙视链，但对绝大部分人来讲，卢峰已经可以了，卢峰还可以。这个不要这个说什么呢，就是说什么这个逼卢峰什么怎么高消费如何，这不要这个有这种说法，这个属于是胁迫性消费了，这种事儿是比较让人反感的，就如同这个你去哪儿去什么这个商场啊花钱似的，这个不得劲儿，不能这么胁迫性消费，每个人消费习惯不一样，是不是？这玩意儿这个不代表卢峰讲的就是假的，这也有可能真实性挺强的。不能这么整啊，这个卢峰就是保持这个状态就行。这个圣三岁啊漏我弹幕了，圣三岁我看一看啊，这个是不是漏你弹幕，我看圣三岁啊。哎，真是漏了一段时间呢，这漏了好几个呢。啊，宋三岁这个问卢峰一句，你看过 NBA 常规赛吗？多少球员为了一场胜利拼尽全力，到你口中变成了预选赛，纯看数据硬抬杠啊。对呀、啊、你这个怼的也算是有的放矢，就是说确实啊，多少球员为了一场胜利拼尽全力嘛，尤其常规赛期间你涉及到最终排名，你看莱昂纳德都已经背靠背不轮休了，那第一天比赛刚打完，第二天的甚至是在我们看来是凌晨就要打，就基本上不到24小时就要打下一场，莱昂纳德当时甚至也是扛着球队嘛，这会儿即便说抛弃自己一直以来坚守的这样一种轮休信仰，但是两党都愿意挺身而出，所以常规赛也重要，怎么不重要呢？尼克斯宇哥，人家卢峰一直谈的是绝大多数，你却一直在说一哥是个例啊。FNP 确实九成是核心的，九成是核心，你别谈的是核心呢、啊，因为核心多，最佳阵容三阵九成也是核心。所以你讲这个 FMP 确实九成是核心没有意义啊，最佳阵容三阵九成也是核心，你去哪个球队你看，你甚至包括克莱汤普森最好的成绩无外乎最佳阵容三阵的，是不是？那最佳阵容三阵也绝对是核心呢，能说明啥呢？也不能说明最佳阵容三阵是什么顶级奖项啊。所以说这个卢峰一直谈的是绝大多数啊，绝大多数就是这个奖项它不可取的地方，你真正顶级的奖项不是绝大多数，而是所有，就是不是绝大多数，所有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当年出类拔萃的。一问打拳，这个宇哥，明天崔阳如果超常发挥，打出巅峰赛季的发挥表现，能否最终绝杀双探花，一举成为波士顿市长啊？不可能。凯尔特人呢，真说得分爆发力的话，有太多点位，而且特雷杨呢，防守端这块应该会被凯尔特人针对，因为凯尔特人低位首先一点，他霍福德他就有这个外线威胁，你也不敢彻底归缩呀。那其他点位你说你怎么敢上下夹击呢？夹击的话人家策动多打扫能力实际其实也挺强，包括斯马特嘛，还有怀特，所以凯尔特人那进攻端这块我判断啊，双探花呢发挥同时了，这可能性几乎没有，甚至俩人同时暴走这可能性都很大，这就是老鹰队防守不行，所以说特雷昂他能爆炸呀，暴走啊，暴走的可能性非常低，暴走也是双方间对表，就对方也会上来一个跟这个特雷昂对表的这个胡吉霸王，这个宇哥，柯凡在你全力防守下突破不了，气急败坏要钻你当过去，你会不会夹住他呀？柯凡呢，钻挡气急败坏呗，因为钻挡的话他肯定是什么呢，脚尖一点地，同时自己啊像如同一个泥鳅鱼一样那么个钻法，他不是一猫咬就钻，那钻不过去，我又不是姚明，一张腿的话说钻就钻的，他这种钻法呢肯定也得是抓准时机的，这么个钻法啊突破不过去啊，钻不过去，
当下保护严实嘛。当时一夹的话不需要夹呀，直接属于啥呢，对方球来了啪嚓，如同停球一样，把这个右脚啊往中间一停，正好顶他脑门上嘛，肯定钻不过去的。想学鱼钻裆鲤鱼跃龙门呢，那也跃不过去。水手挺甜，这卢峰刚跟你说他166斤，你现在竟然推测他是马术教练，你的逻辑站不住脚，你败了。166斤，我现在居然推测他是马术教练呢，高速大马呗，也有可能啊，因为他讲他玩的是贵族运动嘛，也就是说是啥呢，你没点吨位的你来学马术啊，说明你本身也是哪种的，玩低级马术的。卢峰这种就是有门槛开这个学校啊，因为你这个马必须都得是那种名马，百万欧元起步，所以你这种马的话，你像卢峰这托也能扛得住嘛。所以卢峰在这种高头大马上啊，跟他这种巨大的魁梧身形呢，正好是相得益彰了，看起来就是有一种广告效应嘛。你其他很多学马术一看，哎，挺像样的，是不是高头大马？你越是体重吨位大呢，越是展现出来你马术非凡嘛。你要是体重比较轻盈的，那你控制马控制起来当然是得心应手了。卢峰就是大个的马术的这个教练员，大个教练员呢，要不怎么说他说他高级呢？进阶阶段的就那种名马，你才能玩得起像卢峰这种这个技术动作。这个五羊卓别林，宇哥，平行世界你来找你求救，那边勇士八连冠，杜兰特八连 FMP， 你该怎么教他呀？就是找来我来求救，这个那边勇士八连冠，平行世界勇士拿到八连冠了，杜兰特八连 FMP， 你该怎么教他呀？教他平行世界出现这种事儿了，那平行世界的话，那平行世界有平行世界的规则和逻辑啊，那我不能通过自己的言语去干扰平行世界它的故事线呢，要不然这样一来的话，一语呢它可能说牵连甚广，使得蝴蝶效应在整个平行世界当中出现，那就影响了平行世界很多无辜的平头百姓了，这个因为干系甚大嘛。你看漫威之类的一些这个动画作品，他不也强调嘛？你不能干扰这个时间线，要不然的话，一个时间线的一个谎言，一个这个指点，引发无数个平行世界，这样一来影响太大了。当时我怎么办呢？当时我就啥也不说，我把他推回去就完了。红磡铁头先不谈自身实力，英国 UCL 一年学费就50万，在座得有几位能负担得起啊？英国还有个 UCL 呢？英国有个 UCL 吗？啊，对，好像是有一个 UCL 啊。这卢峰是 UCL 毕业的啊，他跟你私信了，说了他是 UCL 的。我看卢峰啊，是 UCL 吗？具体不太清楚。他这个那肯定是嘛，他不讲嘛，他是这个从高中就到海外留学了，有点经历嘛。你像这种的话，家境肯定也算是不错嘛，是不是？要不然说他能随心所欲呢，干自己喜欢的什么这个体育教学工作？卢峰是应该是有点底儿。这个卢峰玉琪，你猜的都不对啊！我从事的运动只是和一般运动相比的相对的贵族，没有你想的那么贵族，别猜了。啊，还没有想的那么贵族啊，只是比一般的运动相对贵族，保龄球呗，保龄球教练也不值钱，因为这个行业在国内没有专门就说保龄球也要请教练的，那这个保龄球教练跟健身教练我感觉基本上没啥区别，保龄球教练就跟什么呢，就跟泳池边的救生员差不多，他能稍微指点你一二，但是怎么说也不是个正经教练的，保龄球教练不可能是保龄球吧。高尔夫教练，高尔夫真说国内想打职业的也少，而且高尔夫教练呢一般来讲美女教练居多吧，因为高尔夫玩的都是商业经营嘛，那美女教练肯定是能要上价啊，男当教练呢可能说也有，就是凭专业精神呗，就是自己高尔夫这个挥杆啊，小鸟球一挥呢好几百米，高尔夫教练高尔夫教练有可能啊，英国啊，高尔夫教练呢、啊、不可能吧，高尔夫教练应该不是，斯诺克教练你也不是专门的斯诺克运动员呢，不是斯诺克运动员，那你是什么教练呢？网球教练贵族啊，
网球差不多，但是网球一般来讲都得有这个专业背景的。你仅仅就学个体育，你就当网球教练呢？人都得看你之前网球你打没打过，什么这个公开赛啊，你都没打过，你估计你就高级不到哪儿去了。网球教练呢，那是什么教练呢？什么教练呢？目前看没有什么教练了，这么高级啊。击剑教练有可能是专门玩击剑，倒是有一定可能性。人高马大嘛，对不对？人高马大踢击剑教练。SILENC 上校，由于要出国办理移民，无法照顾生病的父亲，很纠结。家里很支持我，而且不需要我照顾他。啊，要出国办理移民呢，无法照顾生病的父亲，很纠结。家里很支持我，而且不需要你照顾他呀。不，你得先问自己为什么出去移民呢？你看不看到之前峰哥拍那个视频？当然，那个人好像是没移民吧？他是去了哪儿了？去了泰国了。你为什么要把深圳两套房子卖了去泰国生活呢？你真是想这个享受田园风光是怎么的？泰国首先一点，它科技各方面的条件没有国内便利的。你相关的真说想活得滋润的话，你深圳有两套房，据说它有2000万以上身家，为什么要自己润到泰国去呢？你润到泰国，当然你这要钱可能金花一点。那泰国你谁不认识？当地都说泰语，你说的又不好，你周围又没有太多中国人，你去干啥呢？你要说真想避世的话，国内有的是地方，是不是？那有的是地方，那山沟里或者说南方有一些什么，去西双版纳附近。买个小楼，躲进小楼成一桶，你还可以点外卖呢。你在外国点外卖还费劲呢，口味可能还不符合你这个平时吃饭的这个习惯。你为什么出去呢？这都是匪夷所思。你移民你是为了啥呢？出去工作，你要仅仅是为了出去工作，这是情有可原的。你比如说啊，我就是这个工作，我在国内找不着活，我只有在国外我能工作上。那你出去移民，那就祝福你吧，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啊。你不移民的话，你可能说也不方便，那倒还行。但即便如此呢，说白了，从你父亲的角度啊，基本上孩子算是白养了，就这么简单。就你如果说你真是润出去了，你爹养你算是表面上，那人家肯定讲啊，你父母的话谁不希望孩子好呢？但你真是无法再西前尽孝了，有点这个着忙的事儿你也回不来呀，赶回来可能说都晚了，是不是？欧美啊，那航班呢，是说买就买吗？说有就有吗？你可能还得提前订的。你这个，所以移民呢，除非说你为了工作，就我从事这领域，国内真是没有。我不可能说学了一身本领，结果成为在国内成为屠龙之计了。为了自己的工作，为了自己的事业，那没有办法。但其他理由啊，基本都不太成立。说啊，国外教育，那个我争取生个孩子，国外他不内卷。国内你也不用需要内卷呢。你要是真愿意的话，你家里有2000万，你有那条件移民国外，你还怕内卷呢？你国内不需要内卷，买个门市房给孩子当一个永久保障，是不是？未来他毕业了之后，你让他从高中开始，你从小学开始一天不认真上课，就是随便逃课旷课，隔家天天没事就打球，是不是？等高中毕业呢，整个高资费的专科去念完，念3年回来之后给他安排个门市房。这门市房不改他的名，就是你名，但是收益归他，一年7万8万够他花了，这不挺好吗？他不也能躺吗？在国内，你说你小孩，你说你希望你小孩怎么的？就是说在国内不卷，去国外不卷，是不是？你要说放羊学法，那在哪都有。那国外真说经营的人家也不放羊啊，那国外那好学生人都是一头一闷头学。你听没听林书豪讲啊？他从小学习就累，林书豪从小他学习就是非常刻苦的。你以为林书豪不努力呢？他能上哈佛吗？所以你的好学生都努力，没有不努力的。你说你要是为了孩子的教育，你出去论出去都不好理解。其他的，你要说你是去国外空气好，国内也有空气好的地方，你以为没有呢？海南空气差是咋的？海南都即将实行这个整个这个海南全部电动车化了。你海南空气差吗？那海南的地方一点不差，去海南全都是旅游景点，那地方。气候湿润又不是特别炎热，因为海岛嘛，所以你这国内有的是地方。你要说有钱呢，为什么要润出去呢？不了解，所以这润出去其实是最不好的。我所以这润出去不行，没啥意思。你听他们都讲啊，这个怎么国内不行不好，这个哪哪不满意啊。尤其很多人他这之前中了毒了，被很多人有你看啊，基本上这个很多人他其实就是说啥呢？啊，对，国内就是，国内肯定是有很多不行的地方，确实有很多不行的地方，你少看呗，
那不就完了吗？你都三十多了，你还合计那事儿啊？你要是因为这个呢，啊，我得去国外，去国外发现你天天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关心这个呢？你不还是柴米油盐吗？天天关心那些创厂城的事儿，跟你有啥呀关系啊？跟你能有多大关系？你就因为这个，你说你又出国又移民，这就只纯属这个找罪受的，这纯属找罪受出去。很多人讲啊，我没事，我得去国外买房，置业安家，未来我出去，你咋不出去呢？出去你就傻眼了，当时光讲就出去，不出去。绝密伏击，宇哥刚刚 NBA 发布了季后赛当家球星的集体照，塔图姆占据 C 位，如何评价呀？另外 NBA 选择了杜兰特为太阳当家球星啊， NBA 发布了季后赛当家球星的集体照啊，塔图姆占据 C 位啊。那塔图姆是美国之子嘛，因为之前那会儿随着啊科比布莱恩特早亡，勒布朗詹姆斯年事渐长，斯蒂芬库里呢小球王者，但是历史的这样一种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呢已经发挥殆尽。斯蒂芬库里毕竟也已经35岁高龄了，你这个阶段再推为头面人物的话有可能后继乏力了，这个怎么办呢？只能说把塔图姆啊推到 C 位，年轻的美国之星嘛，因为恩比德、约基奇都是老外，字母哥也老外，你今年 MVP 排前四就一个美国本土的，所以当然就是主推塔图姆了。尤其凯尔特人呢，当地球市一直以来属于是传统的豪门嘛，当地票房这块也高涨，观赛热情也积极，所以就推着塔图姆。所以说杜兰特为什么推到这个队内的一号人物这块啊？这个就是因为杜兰特他毕竟啊，之前那会儿他的履历丰富嘛。这个就是基于啥呢 ？NBA 就基于，谁的就是啥呢？话题度更高了，因为你也得设置点话题嘛。这就是 NBA 设置的选集，有点话题，杜兰特名头响，是不是？而且他这个也有至于证明自己。每年到了季后赛期间，杜兰特甚至是主要球迷讨论的重点。你之前勇士夺了冠了，头条都没抢过杜兰特，你算一算。所以这个 NBA 现在特别注重新媒体领域。NBA 的相关的传播，谁是爆点呢？杜兰特是爆点嘛，所以你就得把杜兰特捧一捧，适当捧一捧，这也合理。因此，你这个什么 silence 上校啊，你说你这个出国移民呢、啊？哎呀，你说你爹，你现在这都有病，你说你出去，你出去之后，你朋友关系都断了，出去再新交朋友。对于当地的这个法律法规你还得重新了解，驾照你都得重新考，你说你这个出去移民图啥呢？家里我感觉你要是但凡过得去啊，你出去移民没啥太大意义呢，我感觉看情况，如果说你是从事高科技的那可以。陆恒许这个号我就是专门为了辩论 FNP 话题而建的，不能泄露我的真实身份，更没必要吹嘘啊。陆恒许啊挺注重自己隐私啊，那这也是正常吧。陆恒许看来这个对卢鹏一曲，他这可能说真是有点背景，有点背景，他怕嘛，就说啥呢？引起一些社会性事件怎么办呢？卢鹏一曲就是常理也是可以理解吧，卢鹏啊，这个卢鹏一曲，我是一边上大学，一边作为运动选手打专业比赛的，在我的运动项目里，我也是有专业背景的啊。一边上大学，一边作为运动选手，那就是大学生运动员呗，就是大学生运动员呢。那你这个大学生打的一些比赛一般来讲也就只能归类为业余，为啥呢？因为奥运会啊官方是有个定义的，大学生你即便是你打 UCLA， 你在 UCLA 你打 NCAA 你都是可以参加奥运会的，但是你职业选手以往那会儿是不允许的，所以你也是业余，你这个你要说专业的话也差点劲，你也属于是业余。吴莫雄，宇哥，赛车算高级贵族运动吧？我猜卢峰是驾校教练，我的教练就是唱跳全能，体型也相近的。卢峰驾校教练呢？赛车啊，赛车教练，赛车他你他要是真是玩 F1 的，那你不得不讲，那卢峰这个档次啊，那卢峰档次高透了。赛车教练可是收入非常高的，赛车教练，你专门雇教练的，一个小时据说1500啊。就是叫教练了，那简直这个挣钱挣的那一天基本忙不过来，因为国内有的是这个开赛车的嘛，
那些富豪子弟嘛，去开下车，去开一天大概多少成本呢？2万人民币起步就开一天，而且这一天不是说老开啊，4个小时，2万人民币起步，因为换轱辘就得换一套，换轱辘一套就是一两万，得1万块钱换轱辘换一套啊。还有这个相关的油钱，烧油烧得非常厉害。在这一点就是换相关的零件，以及呢就是它那个发动机啊是有寿命折损的，多少公里必须得保养一次，保养费用20-30万这玩意儿。所以如果真是一个赛车教练，那卢鹏这个确实很了不起啊，那这个能耐大了。卢鹏，弗兰02起，卢鹏老弟劝你不要当一个复读机，每天影响大家的观看体验了。劝你好自为之，好好反思，不要再犯这样的小聪明、小聪明了。谢谢朋友们呐！弗兰02起啊，就之前的谁马保国嘛那一套嗑。马保国这个现在有没有新活呢？好像也有，说是马保国反正说话天生就是自带喜感，这点也属于是天生老天赏饭。现在马保国呀，他已经不收徒弟了，他已经看明白了。自己70多了，哪有那么多精力教徒弟呢？他现在已经不玩那个传统武术那些东西，他就是做直播带货了。现在马武国已经转型了。你再问他的话，他都没有那么强调。就他之前那个，松果弹都神那边了，没有那么强调了。现在马武国先不玩之前那些东西了。哎，我现在这个讲话时间长，我这发痒啊，这俩地方，这个地方发痒啊，这玩意儿这真是，哎呦我天，天天痒来痒去的，这真是也吃药也白费，到底怎么回事？就是痒痒。我现在是刚断肉啊，现在是刚第二天，昨天刚开始断的，今天反正比昨天强多了，比昨天强多了。Michael 404，这个晴雨哥平息解说中宝宝大声喊叫和直播间喵喵频繁打呼噜，这个哪个行为历史地位更高，哪个更有根儿啊？宝宝大声喊叫啊，宝宝这更有根儿呗，因为他喊叫通常不会说无缘无故就喊，他喊叫肯定是快递呀、之类的，这个外卖呀、到了之后他才喊，狗还是会看家的，所以要是有人敲窗户，他肯定是喊。这个属于是尽职尽责了，我是没法怪他的。平时他不会喊，在屋里，尤其我直播的时候不会喊，他这不扰民。喵喵的话有点干扰我解说。喵喵，他这个呼噜声确实挺大，这个猫不知道因为啥原因。天下豪情1993，宇哥雄鹿打热火，谁能赢？另外评价我的昵称，谢谢。天下豪情1993呢？那你就93年出生的呗，天下豪情。那你现在可能说仍然是挺重兄弟情，因为人一般来讲三十而立嘛。过了30之后呢，你可能说很多对待世间万物的看法就更加冷静，更加这个，理性了。或者说换句话讲呢，没有那么感情用事了。所以你讲这个什么天下豪情啊，年轻时期那种这个兄弟之间搂脖子抱腰啊，那种互相之间的亲密的这种举动呢，可能说年龄一旦上涨之后就变少了，很正常。你现在是对过往啊有一定的怀念，天下豪情，你有一定的怀念。雄鹿打热火谁能赢啊？雄鹿赢呗，热火根本干不过，大概率4-0，4-1可能性就低。Silence 上校，这个宇哥，我是程序员，在加拿大已经待过5年了，而且那边给我开的工资高一些，主要不加班。你要程序员那没有办法，说实话，你这个在当地确实不内卷。你这如果说你这是为了专门的工作，因为各个国家之间这个工作呀，它特点属性不一样。当地程序员挺缺，而且你之前已经工作5年了，你回国肯定35岁一个门槛儿。再者一点呢，他你老得点灯熬油。国外程序员确实是，这点我是有认知的。你有几个工作领域确实在国外是非常吃香。你也说你在加拿大呀，挣的也不少。这个在当地能扎下根来，而且你不需要这个点灯熬油，不需要996，那你确实，你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要是你爹呀，我也劝你去，那没有办法了，那你就去吧。这个是属于是，这个就即便说在我观点看来呢，你出国也属于是正当出国，你移民的话也属于是正常，这是没有办法。你要是感觉那块确实，收入和你这个工作压力两相一对比的话，和国内相差悬殊，那就祝你在国外啊能有一个安稳的小家庭，最终得以组建，在国外生活幸福吧。祝你在国外生活幸福啊！这没有办法。
如允许，在我的运动项目里，我打过职业赛、球类运动，但是不想多透露。把你辩论转成了针对我人呢？我没有专针对你人，我感觉一直你还行吧。你至于说你是干什么工作岗位的，跟我不发生关系。说这仅仅就是你透露一下，你的背景，这也是让直播间当中其他很多这个老观众呢了解一二，因为肯定其他很多人对于你也是挺感兴趣，是不是？据说你是球类运动啊，手球没有那么贵族吧？手球据说挺野蛮的，非常野蛮的一个运动项目。手球，那你就是打网球的，判断应该是打网球的。高尔夫球有一定可能性，棒球不可能，橄榄球不可能，高尔夫球或者说这个，门球不可能，板球，英国板球绅士运动啊，印度人也玩，这个谈不到绅士运动。平头哥打篮球，巅峰韦德突破历史最强，中投表悍，比赛影响力压盖科比，科比队友不行，季后赛也是一轮游啊。巅峰韦德突破历史最强，中投表悍呢？中投没有这个科比表悍，其实科比中投是非常无解，当然韦德也是多面手，能突能投嘛，而且还能传球，防守这块也不老。巅峰韦德确实也挺强，但是你要说科比明显比韦德弱，这个也是吹着唠了。你韦德职业生涯最狠一年就是2006嘛，但是科比呢其实也有代表作，比如说2009当时也有代表作，科比也非常强。你不能说这个韦德强科比就一定比韦德弱，科比巅峰也不比韦德弱，差不多。他俩巅峰我感觉影响比赛级别差不多，最巅峰韦德也是非常强。再见了各位观众，我看啊还有什么玩意儿，这个偷偷为你火，这个如果卢峰是驯马师，以他自视甚高的眼光会喜欢哪匹马？乌锥赤兔迪卢，还有这个找黄飞电汗血宝马造业御史的李飞沙呀。乌锥赤兔啊，乌锥马那是黑了吧唧的呗，黑了吧唧。但卢峰据说他挺爱干净的一个人，应该乌锥马的话差点，因为这东西黑色的那就体现不出什么呀。要想翘一身笑嘛，穿白的才是讲究人，是不是？穿黑的通常平时埋了骨胎的。赤兔马呀，红了吧唧呀，赤兔马看起来其实也有点普通了。赤兔，因为红了吧唧的，你在农村很多这马都红色的，农村的马呀，所以这赤兔马一般。枣黄飞电那就黄了吧唧的呗，黄了吧唧，但是也属于啥呢，辣杆黄这种感觉，不是那种金光闪闪，不可能有那种马。所以听起来看起来有点啥呢，有点跟稻田地融为一体了，这个估计也不行吧。汗血宝马就是黑里透红这种感觉，汗血宝马。造业御史的李飞沙李飞沙就是飞沙走石嘛，速度挺快，而且这个多少有点这个暗淡，颜色没有那么鲜亮，有点暗淡，经常年飞沙走石嘛，有点暗淡。造业御史的就是白马呗，造业御史的估计应该挺符合卢峰的个性，他我瞅这样的，他应该没事平时啊就是白袜白 T 呀、啊、这种穿着风格的，应该是以浅色系为主，肯定是穿整这个造业御史的比较适合到卢峰啊，差不多。卢峰一举，我从事的运动还是很优雅也很全面，因此我认为他是高级的，也很喜欢，但不需要别人都认可呀。你从事的运动是还是很优雅也很全面的，优雅全面，他讲这个优雅全面，又全面又优雅，就排除高尔夫了呗，高尔夫就优雅不怎么全面，又全面又优雅呀。哇，球类运动啊，网球差不多也就是网球了，应该是网球，你估计你就是打网球的，应该打网球的。再见了各位观众，咱们这个下礼拜一再见啊！感谢的卢峰一举、水果挺甜，还有弗兰0327、绝命伏击，还有这上校，过去、现在、将来和这个红砍铁头、狗熊不是狗和熊、偷偷喂你火鸡面、喜欢爆炒甜椒。再见了各位观众，咱们这个下礼拜再见啊！宝宝这是不看了，宝宝就搁外边，再见了。